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报告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宣布开会。因为今天是我们立法院委员会财委会第一次开会，这个开学了哈，那大家收收心，那麻烦大家会议当中保持安静，尊重这个询答的委员跟这个官员哈，所以请大家保持安静。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会议内容呢是邀请金管会以及相关的单位哈来进行报告并被质询。那首先跟各位委员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被询官员、媒体记者报告哈，昨天有很多记者打电话给我啊，说财委会今天排什么样的议程，那同时对于财委会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关心。那有些记者朋友说，因为财委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委员会，那过去呢有时候内容会稍嫌艰涩跟专业哈，那所以他们就是要判断我们的内容精不精彩，决定他们的人力部署啊，要不要到本委员会来采访。那主席呢有尽到哈，有尽到这个这个宣传以及这个鼓励的责任。我有告诉记者朋友们说，虽然我们的委员会的内容是非常的专业，有时候外界甚至觉得有点艰涩跟冷门，但是我们的本委员会的委员都非常的专业，而且呢我相信今天的询答也会非常的精彩，因为包括我们有前金管会的主委要来这个质询现任的金管会主委啊，也许不是师父跟师弟，跟这个而是师兄跟师妹的关系哈。那譬如说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长期在财委会的委员哈，那非常学有专长。另外还有像王荣章委员，过去曾经在这个委员会待过，欢迎回家啊，欢迎重新进入财委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询答的内容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首先我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2日星期三上午9:01至10:06，地点本院清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卢秀燕委员等13人，主席李应言委员。报告事项：一、本院秘书长函请查照第九届第一会期本院委员参加委员会及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相关事宜在案。二、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招案通过，并经本院人事处函送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到会。三、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选举事项：选举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2人。选举结果：一、推请黄国昌委员担任发票员，徐国勇委员担任唱票员，陈赖素梅委员担任计票员，卢秀燕委员担任监票员。二、投票截止时间定为上午12时，若截止时间前经已投票完毕，即进行开票。三、开票及得票统计：一、选举总票数13票，发出票数13票，开出票数13票，有效票数13票，无效票数0票，剩余票数0票，票数合计5误。二、各委员会得票数如下：二、各委员得票数如下。徐国勇委员8票，卢秀燕委员5票。四、主席宣告徐国勇委员、卢秀燕委员2人当选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召集委员。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确定。接着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今日议程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莅临，率所属机关首长暨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监管相关机构有关之财团法人、台湾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等类型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谢谢。接下来我们介绍在场的委员跟与会首长。我首先跟大家报告哈，往后的每一次会议不一定都会介绍在场的委员跟这个被询的官员啊，但是呢，今天是财委会本届第一次开会，我们有很多新委员参加，
有啊，在这段时间呢，也有很多的人事改组啊，有很多的新官员上任。那随着为了让彼此认识，同时也让外界、让民众、让媒体记者啊，对我们这些新委员以及这个新的这个与会首长有些认识，所以本席现在一一的介绍。首先，我们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王荣章委员、曾明宗委员、吴秉睿委员。好，这是现在在场的委员。接着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与会的首长：金管会主委王丽玲王主委、综合规划处苏玉清苏处长、国际业务处赖明贤赖处长、法律事务处钟瑞兰钟处长、资讯服务处蔡福龙蔡处长、秘书室王吉富张吉富张主任、主计室黄凯平黄主任、人事室莫永荣莫主任、政风室龙浩龙主任、银行局詹廷珍詹局长、政企局吴玉群吴局长、保险局李满志李局长、检察局王丽娟王局长、中央存保股份有限公司桂新农会董事长林明宽总经理、台湾证券交易股份有限公司李树德李董事长、林火灯总经理、台湾期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刘连玉刘董事长、邱文昌邱总经理、吉宝公司林修明林董事长、孟清丽孟总经理、证券汇买中心董事长丁克华丁董事长、李启贤总经理、证券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邱清廷邱董事长、吕淑玲吕总经理、证券期货发展基金会钟慧珍钟董事长、吴崇全吴总经理、联合信用卡处理中心刘登成刘董事长、林栋梁林总经理、金融联合征信中心胡富雄胡董事长、张国明张总经理、台湾金融研讯院洪茂卫洪董事长、黄博仪黄院长、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高福元高总经理、董事长黄天牧因公奉派因公出差哈，所以有向本席请假，由总经理代理。住宅地震保险基金陈明仁陈董事长、张万里张总经理、保险安定基金林国斌林董事长、谢良锦谢总经理、保险事业发展中心曾玉琼曾董事长、梁正德梁总经理、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林建士林董事长、张冠群张总经理。好，以上介绍完毕。非常高兴哈，今天的出席率非常的高哈，几乎100%。因为财委会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委员会哈，我们的委员问政非常的认真。那也希望我们财委会所有的这些与会的官员哈，今后能够也是采取一样的态度哈，踊跃出席会议，不要轻易请假，除非因公哈。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金管会主委王丽玲王主委进行报告。那请简单扼要，谢谢。主席各委员先进大家好，今天大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贵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陈贵委员会邀请向贵委员会提出报告，致感荣幸。首先要对诸位委员对于本会各项法规及施政工作的支持表达衷心的感谢。以下仅就
近期的工作重点及成效，以及520新政府交接之后的施政重点提出报告，进行指教。有关于国内金融概况的部分，请参阅报告的2到4页。请大家翻到第4页。本会近期工作重点分8项说明。首先是0206赈灾金融协助的部分，为协助0206灾民重建家园，金管会在第一时间即采取相关的金融措施。在银行的部分，包括要求银行提供受灾户的低利贷款、爱心捐赠免手续费、暂缓催缴受灾户的既有贷款，并于2月15号邀集各相关机关与金融机构研商债务展延跟利息减码等相关措施，让受灾户各项的贷款依他用途分别可以展延本息5年到2年及降息2码，达成共识。在保险的部分，本会也督促业者尽快启动快速理赔服务，续期保费缓缴。部分业者亦启动到户关怀，设立灾区保护关怀服务站等。另考量民众对于地震险的需求，目前已经要求保险业者依保障范围、地质结构、房屋耐震程度等不同风险因素，创新设计多元的地震保单。另外在地震后即请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紧急联络中南部地区上市柜公司，大部分的公司均评估其财务尚无重大影响。本会也在网站上设置赈灾专区，提供相关服务让民众来查询。第二个部分是强化亚洲布局，为协助金融业布局亚洲，本会已推动松绑法规程序，加强国际监理合作，培育国际人才，建制资料库等4大决策。前程大会协助完成银行法跟保险法之修法，以扩大金融业海外过并的成效。本会增前主委并于104年下半年陆续率团访问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增进双方的金融监理合作，协助我国金融机构在当地的拓展。相关的措施成效非常显著，截至104年底，整体金融业海外据点是608处。较102年成长36.3%，尤其是在亚洲据点的部分，成长52.1%。第三项是推动金融进口替代，有鉴于国内金融机构投资海外的金额非常庞大，例如保险业海外投资就超过10兆。为了把这些投资移回国内，本会在103年3月成立金融进口替代专案小组，研拟各项法规措施，已有非常显著的成效。例如103年6月放宽保险业投资海外外币债券可以不计入国内国外投资限额，到102年2月，约1年半的期间，整个国际版债券的发行量是2兆1385亿，较相关的措施开放前7年半发行1373亿，增加14.6倍。据估计，保险业投资收益也增加375.9亿，政府税收增加将近70亿。为协助国内金融机构发展，保管银行吉保结算所在104年7月也开始提供账簿规划拨作业，至去年十二月底已经有5家证券商办理该项的业务，跨国汇入104亿。另外在国际债券汇入的金额也超过300亿，到较104年汇入的金额成长6.5倍。第四个部分是资本市场的健全，本会在104年2月提出证券市场扬升计划，包括推动8项政策跟15项措施，为持续强化资本市场的竞争力，相关措施持续的推动，包括放宽股权募资平台的业务，放宽证券商可以借贷业务，扩大当冲的交易标的等。另外，为了推动多样化的业务松绑，我们持续的推动更多元的服务，包括开放 ETF 刺激市场可以采双币交易，开放期货商对国外的金融机构可以约定介绍客户，
在建构数位金融的部分，首先是扩大线上申办金融服务。目前银行既有客户可以透过网络直接办理存款、授信、信用卡等12项业务，本会也开放一般存款可以在线上开户。另外，在证券业的部分，自从104年6月开放新客户可以非当面开户之后，电子下单的平均比重从43.8%提升到34.8%提升到48.2%。在网络投保的部分，已经有3阶段的开放，本会也陆续扩大网络投保的险种保障范围及这个投保的相关服务。目前已经有8家寿险公司跟12家财险公司办理网络投保服务。104年10月并开放保金贷公司及兼营保金贷之银行可以试办网络投保业务。在电子支付的部分，电子支付管理条例机构已经在104年5月通过，到105年1月底有25家申请电子支付的机构的业务。另外，本会积极推动 Open Data 跟巨量资料的分析。截至104年12月底，本会已经完成1032项的金融相关资料，是所有的部会当中最多的。金管会及周边单位也完成了11项大数据的应用计划，相信这些资料开放跟大数据的分析应用，将有助于金融业创新价值运用，并提升风险管理。另外，新增的是鼓励申请金融专利的部分，为提升金融科技的竞争，本会也请银行工会成立专案小组，对金融业申请金融专业研拟具体的政策及相关的建议，同时也透过研讨会的方式宣导金融专利的重要性，并研地创定研新发展活动之认定标准，以协助业者申请支出的一个投资检底。在有关于健全保险业的经营的部分，本会于之前接管幸福及国保2家保险公司之后，朝阳人寿因资本市足率未达标准，在104年12月净值为-22亿，为维护保护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本会于105年1月26日接管朝阳人寿。接管后，所有的保护权益及契约约定的内容皆不受影响。这次的接管处分是保险法纳入立即纠正措施之后，首次对财务状况恶化一定的保险公司进行纠正跟处分。目前保险市场已完全没有净值为负的保险公司，对金融秩序的稳定有非常正面的意义。另外，在扩大保险业资金运用的部分，本会也课征研议扩大保险业的投资项目，并鼓励保险业投资银发产业，同时创新更多元的保险保单，包括保单活化、实物给付保险及团体年金保险等。在强化风险管理措施的部分，本会建立重大风险侦测机制，为了强化场外监控及及时辨识重大的风险，本会在104年11月订定侦测金融机构重大风险作业要点，将获利来源国外铺险投资部位及表外风险民众陈情等项目纳入侦测的内容，也要求金融机构要建立侦测经营风险的内部稽核制度，落实风险控管。尤其是在加强银行办理衍生金融商品的管理措施的部分，本会在103年初发现银行办理 TRF 的商品之后，已采取3项非常强烈的控管措施，包括惩处银行罚款、停止承做新业务，并明定复杂型高风险的这个商品只限于专业客户，针对非避险的客户要有一定的担保品。104年7月第二波明定复杂型高风险的定义及损失上限，并确实要求客户银行对客户的整体控管信用风险要强化。在105年1月，我们再度发布强力的控管措施，包括限制汇率型的契约只能1年，并降低损失上限到名目本金的3.6倍。银行对客户整体保证金的部分要有最低的标准，和给客户的额度要有控管机制。透过前坡第降三坡的管理措施，人民币的 TRF 交易量已明显的下降。
最后是提升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的部分。本会非常重视金融消费保护，参考国外的做法跟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定，我们凝聚金融服务业公平对待原则，核心原则包括公平诚信、注意忠实义务、广告招揽真实、商品及服务的适合度、佣金及业务横平等九项。本会于104年9月邀请各金融机构依前项的九项原则建立相关的政策，并提报董事会通过。我们会透过金融金融检查督促业者落实执行。接下来是有关于新政府交接的施政重点。在520新政府内阁就任前，本会仍会积极推动政务落实行政院提到的坚守岗位、为所当为、携手同心航向未来的指示。在监理的部分，我们也会持续推动差异化管理，着重金融业的法令遵循跟风险控管，并注意股汇市的动态，适时采取有效的金融措施。此外，本会也陆续召开各金融业负责人的座谈会，汇集金融业的政策建议，如属可行者，在520之前就会立即推动；如属不可行者，在520之后可完成者，会纳入交接并凝聚金融市场发展政策白皮书，以落实行政院实质交接、深度交接的政策，让新政府的内阁就任后可以无缝接轨。以下针对近期重要八项措施进行报告。第一项是持续扩大金融进口替代的效果。如刚刚提到的，金融进口替代对金融市场影响甚巨。为了持续扩大金融进口替代的成效，今年的重点是鼓励保险业将国外有价证券的投资移回国内来保管。预估105年底可以陆续移回7兆到国内的金融机构保管。另外，在国际版债券的部分，也预计在今年106年8月前，可以把保险业投资国际版债券全数移回。本会也另外明定扩大国际版债券的发行量，鼓励保险业投资国内金融机构发行的各项金融商品。在活化股市动能、维持市场稳定的部分，为持续提升股市交易量及提高投资人投资的灵活度，本会持续严拟放宽大陆投资人来台投资基金及外币债券，并推动台新跨境连线交易，提供投资人更便利跟投资的多元管道。在扩大 OIU OSU 的业务动能的部分，本会于103年跟104年已经开放证券及保险设立国际证券分公司。在兼顾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将持续扩大 OIU 跟 OSU 的业务发展，包括可以让境外的客户做保费融资，协助 OIU 的客户透过信用卡支付保费，严厉开放 OIU 保险商品可以由电子支付代理等相关的措施。另外，在鼓励发展高龄化金融创新商品的服务的部分，本会也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研发相关的金融服务商品，尤其是包括银行可以办理高龄者安养信托，结合安养照护跟医疗服务等功能进入信托商品，并鼓励银行办理商业型不动产逆向抵押房贷，也就是以养防老的政策。在金融科技白皮书的部分，本会将持续召开金融科技委员会，完成金融科技的白皮书，并提出金融政策发展策略，包括电子支付普及率5年内倍增，推动银行、证券业及保险业的金融科技应用，研究发展区块链等技术。在检讨保险业海外投资的部分，我们希望在更严格的风险控管的部分，让国外海外投资的弹性也能够持续的能够兼顾，所以研议透过差异化管理的方式，对清偿能力及风险控管较好的保险公司，适度的放宽海外不动产的投资限额。最后，在加强这个银行办理 TRF 的部分，经过三波的强化管理措施之后，银行办理 TRF 名目本金已由103年5月新台币974亿下降到105年1月537亿，大幅减少44.8%。本会也将持续透过金融检查、
及落实确保银行落实各项的强化措施，并协助客户处理未到期的契约，并透过场外监控及银行风险管理跟曝险的控管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在遏止保险业恶性竞争的部分，本会为了控管保险业商业活险市场竞价的部分，已经透过金融检查及相关对于活险市场定价的合理性来做一个检讨，对于恶性竞争的部分将会依法重惩，以导正市场秩序。最后，为了健全金融市场之发展，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本会将在兼顾风险管理的原则下持续推动创新跟开放，其打造前瞻性稳定的金融体系。这次的会期，本会也凝聚保险法修正草案，并经行政院审查通过，函请大院审议，恳请大院及各位委员支持，以力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如有未尽之处，向其各位委员提供更多宝贵意见。以上报告，敬祝各位委员，敬请各位委员指教，并敬祝各位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请先回座，谢谢。好，谢谢报告。我们接着补充介绍一下黄国昌委员，欢迎到财委会来。江永昌委员也欢迎到财委会。李英元委员，是本委员会的资深委员，谢谢哈。接着我们要开始进行询答，首先请教各位委员，我们是不是比照往例为了让每一位委员都有质询的机会，所以我们每位委员质询8分钟为限，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同意吗？好，谢谢，我们就先这样进行。那下次会议如果大家觉得不合适的话，再来调整啊。第二个，我们上午10点截止登记。因为我们这第九届立法委员有很多是新委员，对于这个登记的制度并不是很了解，所以现在有些委员可能在他们的研究室里面进行待命或者进行登记。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如果要到财委会来质询的话，必须在10点以前登记超过10点就不受理。接着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现在进行询答，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休息。让我们这个询答的委员或者是被询的官员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去洗个手喝个水所以我们待会会宣布休息的时间，视质询的状况而定。那么我们首先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宗委员质询。曾委员今天早上5:45就到财委会来登记所以拔得头筹对于你这种精神表示肯定谢谢。谢谢主席，麻烦请王主委。郑委员好。主委好，首先恭喜您接任金管会主委。今天我要质询的重点是昊鼎事件。昊鼎事件是涉及到四个层面的问题，看下一章。这是前十大股东。我们来先看第三个是英属维京群岛，第二个是永丰银托管萨摩亚全球投资公司。诸位，你晓不晓得这两个后面的股东是谁？你是说英属群岛？对对，因为昊鼎这张股票已经在我们的严密监控当中，也就是列为交易，可能是有交易的这个相关的机制上，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对，这个在我们的控管当中，我们了解。是，依照我们相关的规定，可以请政稽局去查核他最后的受益人是谁。但是最近因为3月3日中研院发布声明说，翁院长没有持有台湾地区任何生技的股票，也没有涉及炒股，我非常认同他的声明。但是我希望金管会在短期内要查明英属维京群岛的这个3.39是谁的，最后受益人是谁。所以
我建议请检察局介入查核，而且要查核资金流向，因为已经有人跟我检举，其实这个账户不是那么单纯。必要的时候，我会先看金管会检察局最后查核的情况，有必要的时候我会移送检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到底这一次的有没有涉及炒作？从最高的743到礼拜五收盘是410块，那到底有没有涉及炒作？我们来看证交法155条的规定。155条是意图影响集中市场的价格，这个是主观的要件。客观的要件是散布流言或者是不实资料，一个是主观的要件，一个是客观的条件。我非常赞成台湾全力推动生技产业，但是不可以打着要发展生技产业的旗号在炒纵股票，在炒作资本市场。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个是我把它最近每个时点发言的情况。去年6月17号，翁院长他发表研发疫苗已经测试完成342个人，目前在观察病人反应并分析，不久便可以问世。张念慈也是2月17号公布新闻稿，会在2月21号解盲。19号，张念慈新药解盲的结果没有失败，只有挫败。我发现了整个很多的对外发言，很多的形容词。另外，院长翁院长，他跟浩鼎关系非常密切。那一天下午要解盲，他还帮他讲话。如果失败，也别急着灰心。只要设计疫苗的方法还需要调整。唐文智龙氏大有作为。你看，那2月21号解盲，22号翁院长也帮他们讲话。从目前解盲数据上得知，有85%的案例有免疫反应，我本来没有预期会这么高的比例。23号，翁院长又替他背书，解盲结果未能呈现统计上的显著意义，与设计有关，但不代表失败。各位诸位，翁院长是什么身份？请教一下。中研院的院长。是。翁院长以现任的中研院的院长，合适对单一股票发表意见吗？诸位，你认为呢？翁院长发表意见的部分，中研院也已经有声明了。我想金管会不适合为翁院长本人或是中研院发表任何意见。你当然要表示意见，你是金管会的主委，他表示的对市场干预市场，发表对单一股票表示意见。王主委，你要表示意见。有关于是不是有炒作不法，还有这个浩鼎这张股票非常非常多的内部的资讯，我们都已经在调查了。那这个部分也诚如刚刚委员提到了，就是在检察局、柜买中心还有政企局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掌握非常多的资讯，包括对于大股东还有他背后的关系人、受益人这个部分，其实都在我们的调查当中，而且目前检调也已经介入调查，所以相关的调查结果会在我们有一定的这个结果之后，经跟点检调。我给你报告，翁院长是把学术研究跟商品、跟浩鼎产品商品化完全搞混了，他不合适对单一股票表示意见，更不应该对单一股票表示意见。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违反证交法，有没有影响，有意图影响股价，有没有散布不实的资料，诸位你打算怎么做？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调查，也就是他有没有意图多久影响股价。多久？在上个礼拜就已经讲过了，浩鼎这个案子我们一个月后
可以做，希望是一个月后可以调查完毕。请投保中心邱董事长快一点，时间有限。时间暂停哈，董事长，你要不要立案调查这个个案到底有没有违反证交法155条？跟委员报告，那投保中心的角色是不做前段的调查，前段的调查是由柜买中心。我请教你，这你要不要立案做调查？我们是等待检察官起诉以后啊，我们会。我问你，你要不要立案做调查？你假设一天到晚等待检察官的调查，我建议把投保中心废掉。报告委员，我们不是调查的机构。你要不要立案了解，进一步去了解？我们可以立案了解。你不能要一天到晚等检调，那设你这个投保中心干什么？你要赶快立案去了解，收集相关的资料。要不要立案？是。要不要针对张念慈、翁院长有没有涉及到违反证交法155条？你要不要立案？是，我们立案来了解。好，谢谢。来看下一个，这个图很明显，这个图很明显，大户随着这个图很明显，你给他看，渐渐的余额一直创新高，但是大股东的持股的创新低，我怀疑有内线交易，不过内线交易这个就归检调去查，我没有意见，希望检调尽快去把它查清楚。好，看下一案，下第四个层级的问题，过去103年七月发生基亚事件，所以改了对外的介入的原则，后来因为股市不活络，又把后面的发生的一些例外情况，后面的最后一段，另发生重大补件或其他足以影响新药研发重要程序之事情，且有明确客观证据时，亦得公开资讯，也就做了例外的情形的规定。我问主委，请教主委，现在又发生昊鼎事件，相关的规定要不要进一步做研议，让它更周全？已经发生了基亚事件，现在又发生昊鼎事件，主委，就您权责上相关的法令规定有没有要补强的地方？谢谢委员关心。其实这个在他解盲之后造成股价变动，我们就已经马上检讨了。我们已经责成柜买中心跟政企局做了一个检讨。那这个部分在补强的部分，包括对于这个重大资讯之外，要求公司必须要开法说会，跟股东当面说明。让小股东也可以进来问问题，直到我们认为他有充分揭露跟充分说明清楚为止。这个部分已经强化了。好，在最后一分钟，上次总咨询我问院长，希望每个部会提出三件最重要的事情，请问您在520之前要做的最重要的哪三件事情，您能不能利用机会跟大家做说明？我刚刚其实在报告里面有提到8项，可是如果要列为前三大的部分，就是持续扩大金融进口替代，因为我们觉得金融进口替代对台湾金融市场非常的重要。另外就是老年化的这个商品的创新，我们觉得台湾是老年化社会非常严重，未来在商品创新的部分也很重要。那还有一项是金融科技白皮书，我们会落实金融科技白皮书，我们下个月马上就会公布了。 OK， 好，谢谢。很精彩哈。不过请回座，监管会是金融监理的专责单位，曾委员，你还是有高高提起很爱护他们，一个月的调查会不会太久了一点？接下来哈，
对不对？为了节省委员们的时间哈，那除了这个经管会主委，因为每一次几乎你都要备询哈，所以上下台不需向本席行礼哈，那可以直接上下台节省委员的时间。接下来补充介绍，赖世葆委员、余婉如委员，接着请吴秉睿委员质询。主席，麻烦请经管会王主委。委员好。王主委早哈，你现在掌握多少 TRF 销售的严重情形？TRF 的部分，其实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开会。各家银行销售 TRF 的总金额，你知道吗？销售的总金额大概每家银行要逐月统计有吗？有，都有。都有资料有。对。那我要的资料现在都还没有送到我的办公室。要加总还没送，马上送到逐家哈。第二，各家银行得到的佣金有多少？业务人员得到的酬金有多少？希望你一并提供。第三，现在到底这个被强制平仓的件数，然后他所损失的金额有多少？再来，发生违约的件数跟他的金额。最后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些争议事件到底要怎么处理啊？你知道现在洞有多大吗？我想 TRF 跟 DKO 这个衍生金融商品的部分，我们从103年开始就一直都在做管理。那这个洞有多大，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清楚。对啊，那你讲啊，洞有多大？就看。目前为止，如果是以名目本金的话，刚刚其实有报过了，就是你那个是交易金额嘛？我现在是说损害的金额到底有多少啊？损害的金额以存储保证金来看，所有TRF 跟 DKO 大概是 Mutual Market 是740亿台币。对。所以总损失的金额目前是740亿台币。账上的，账上是已经损失的。啊，会不会有人没有跟你报？各家银行会不会有隐瞒的状况？这个部分我想他们应该是不敢。好，对，主委，我从源头开始问你，请问衍生性金融商品哦，它到底要经过怎么样的程序才可以准许它销售？它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哦？要不要经过你们审查呢？要啊。啊，你们审查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审查？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请银行局局长？好，银行局可以来帮忙说明啊。鲍委员，衍生性金融商品种类相当多哦，看哪一类的啊、哦。如果以这个涉及外币的部分哦，是要经过其他相关主管机关的一个允许，包括中央银行的哈、哦。是，但我们个别商品我们不审查。不审查。是。那他卖的出问题怎么解决？像这一次的 TIF 的事件哦，如果客数增加，或者我们观察说银行获利有、哦。异常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介入调查。哇，你是站在银行端，银行获利有这个变化，你才介入了解。或者是我们民意代表站在的是消费者端呐、啊，消费者来澄清，因为你知道在买卖这种契约的时候，资讯落差，他们基本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契约设计其实也不是台湾的银行啊，是他的上手银行。台湾的银行设计这种衍生性金融商品，你也没有办法卖嘛，没有人要买啊。哦，或是你台湾的市场很小，所以那个都是全世界性的。像这一波最严重的人民币对美金，大概都是哪几个地方设计的？香港的银行有吗？有。新加坡的银行有吗？有。华尔街的有吗？欧系跟美系的这种跨国的银行都大概都是上手银行哈、哦。嗯。他们交易的对象是我们的银行或者香港的银行哈、哦啊，他们比较少直接跟。客户来进行交易，当然了，我们台湾的银行是他们的中间阶段嘛，所以我刚刚才会问说，他各家银行得到多少佣金啊，然后这个业务员得到多少酬金啊？现在的问题在出在哪里？它有两端呐、啊，不是只有在我们台湾的银行跟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公不公平的问题，很可能上手银行设计下来的 TIF 这个商品给台湾的银行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契约。那银行局，你做了什么样的审查？跟委员报告，这一个我们不单单是从
银行的获利客数一增加，我们也调查哦，所以这一个商品的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这个汇率的波动。其实我们在没有汇率没有正大幅波动之前，我们就已经介入处理，所以这一个目前的曝险金额啊，跟名目本金的金额大概比103年初大概都下降了，大概下降到说三分之一左右了。因为有很多是已经赔偿了，然后出厂了啦，赔款出厂了。我现在局长，我现在跟你讲实务的状况哦。是。现在你手上有多少陈情案？我不知道。光本席的收到的陈情案哦，已经一二十件了，而且一直在累积当中。这里面银行的业务人员，我跟你讲，他们真正的不是真正的能销售的人是躲在后面的，有 license 可以卖的人躲在后面，叫业务员去访查这些企业，尤其是台湾的中小企业，然后都跟管账的老板娘，跟他甜言蜜语说这个多好又多好，结果你知道台湾的老板娘有一些是不知道，根本对这个东西是不懂的，那契约那么厚，等到邀约引诱来了之后，再由后面真正有 license 的那个人出来跟那一个中小企业老板娘签约，来我这边陈情的人几乎都说他们没有避险的需求啊，哦，然后都给他一个很高的额度，那额度给的也很奇怪，给100万美金的额度，损失可以到达800万美金、600万美金，还超过他给他的信用额度。哎，台湾的中小企业不知道要倒多少间，你知无？这个跟委员报告，金管会的立场是一定要严惩不当行销。如果他们没有做好 KYC， 或者是销售不当的金额给没有避险需求，或者是没有办法承受风险的客户，金管会一定严惩。所以如果那你严惩了几个呢？如果你那边的个案我们调查之后有这样的状况，我们一定严惩。好，另外 KYC 的标准也被质疑啊。你 KYC 的标准很简单，只要有在跟外国做契约买卖，资本额5000万，就说他是这个可以被销售的对象，这个标准太宽松了。所以我是想哦，从我十几年来当立法委员的经验，当年的现金卡的这个卡债也找我，雷曼兄弟债、联动债也找我，现在 TRF 也找我，衍生性的金融商品今天解决了一件。往后又会生出来，因为那一些操纵游戏规则的人，他想要赚钱，他把风险转嫁给下手银行，跟转嫁到最后的消费者，他自己不担负担风险。我们台湾有没有能力对于这些衍生性的金融商品建立一套制度下去控管，让不公平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在台湾不要销售？谢谢委员，我们现在持续在检讨当中。对于那个投资人的资格，我们现在已经上修了，就是要超过1亿才可以。那有没有避险标准的部分，或者是 KYC 没有做到的部分，我们也都……朱伟，你这个都是向后的嘛？会来澄清都是以前契约带应讲的根嘛？对，那之前的契约，那现在就是怎么处理？那如果有银行的不当行为，上次有答应我说要跟银行工会来谈，他们有没有来谈？有银行公会消费者保护法，那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到底有没有照着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来做？银行公会有来谈过啊？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已经在修金保法了。你修金保法是往后的法律，不能溯及既往吗？以前已经签了契约，已经吃到鸡才会个案陈情，所以我才说，那难道你要我出来呼吁所有的受害者出来组织救会吗？大家要这样搞，大张旗鼓来弄吗？跟雷曼兄弟在这样的做法是好的吗？还是你打算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必成台湾一个很大的地雷啊。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也希望能够协助投资人能够适当的管道来争取他们的权益，所以我们也在研议是不是可以透过评议中心，透过金保法的解释上，可以让他们进评议中心，然后做到更。我对你们的评议中心就没有信心嘛？我在这个地方前面四年讲过多少次，你评议中心自己编预算，不要拿银行，不要拿保险公司的钱，拿他们的钱来成立。我在这个地方指明讲，有几件是站在消费者这一边。全部站在财团那一边，我现在刚刚要的这些东西，我看时间来讲哈，各家银行销售 TRF 的总金额，每家银行逐月的统计，
还要加总，这是第一个资料。第二个，各家银行从上手银行得到多少佣金？第三，业务人员得到多少酬金？再来，强制平仓的件数跟的金额，发生违约的件数跟金额，个别争议事件处理的状况，请问要这些资料，你要多久可以准备？请主席才是让要给我们。这个我们回去研议之后会统计。你要提出个时间吗？给我一个时间好吗？那个吴委员已经尊重你们，让你们先提。委员，这个有一些是个别金融机构的资讯哈，有一些是不是我们适合提供？我们都人民你可以用圈圈圈，我没有意见。个别金融机构，我就是要看看哪一家银行最恶搞啊！你还个别银行，你还在替他要替他掩饰吗？倒不是，就是有我们研究一下，如果没有个资法的问题，我们就提供，或者是说没有一些个资法是在保护个人的，不是在保护银行的。如果没有银行法上面一些相关的保密的问题，我们就提供。主委跟局长，你把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拿回去看看，逐条检查这些 TIF 当初是怎么卖的，有法律不执行，结果我们银行是强者了，跟消费者相比的话，银行是强者。可怜可怜这些哀哀无告的。台湾的中小企业因为这一波的 TIF 要倒掉很多间啦齁。那个主席我要求说一个月内至少最慢最慢一个月内要提供这个资料。一个月很宽的啦。是。齁、哦、你们这些年来看看这那跟银行工会谈一谈他们打算怎么解决已经产生的个案啦。好不好好、哦、谢谢。好，吴委员已经手下留情了齁，要你们一个月齁提出报告，那要记得。接着请赖世葆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主委好吗？来，主委你好，我记得在有关于浩鼎这件事情啊，你在立法院的总咨询有答应过、啊、说那个特别是你在管的那个借券的这一部分。借券6000张嘛，是不是？按照那时候市值的话，有几十亿啊之多哈。这里面外界是高度质疑，这里面有内鬼啦，或者是大股东他知道，提早知道这个没有希望，所以他提早就借走，两边赚，一方面利息他也赚，价差也赚，而且赚了不少。这一部分现在查的怎么样？报告委员，因为浩鼎这个案子很多人关心，所以我们其实已经积极的调查当中了，查得怎么样？应该是说，对于借券的部分，或者是有不法炒作的部分呢，我们对于股东还有借券的这个投资人一些法人对于他们的投资政策，还有最终的受益人相关的交易行为，我们都在调查当中。有没有全盘掌握了？是，全盘掌握了吗？你这样回答一个问题啊、哦，细节当然你很多地方你这里不便讲，但是那个6000张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借走的？大部分都是外资。外资借走，那借的人呢、啊？就提供的人呢、啊？提供的是不是一个人？对，这边我手边没有资料，我们是不是请来局长？这部分大部分都是国内的一些信托户提供出来的，是人很少。是一个还是多个？很多很多很多提供借券啊，少数都是30-40张，多一点大概100-200张这样子。最多张几张？大概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数字。最多张300-400张？没有，100-200张的。我一两百张，对，一两百张可以很多钱的，一两百张。不过跟一张70万，100张就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哦、因为 MSCI 哈、哦、在去年把它纳到成分股里面去，其实那时候外资开始进来布局。所以因为它布袋都在高点的时候，所以相对来讲它可能会采取一些借券措施阶段，但是这些相关的资料我们都会在查相关的一些不法交易的时候列入来做参考。你们现在 是不是已经掌握了100%？我们现在只能针对疑点的部分，因为都是外资，事实上还有后续的一些查证进行查证时程要走。很多外资是 假外资啊，很多是里面转个手变成外资啊，对不对？在操作也是我们的人呢、啊，在操作的不是吗？对，现在只会因为其实事实上来讲，既然大家都怀疑有内线，其实主管机关也会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会针对异常进出的人士，我们都会进行会诊来处理。已经在做了。好，
这个外界一直在对金管会讲的这个生技股啊，它都没有赚钱，它可以飙股价飙这么高，就所谓的它不是本益比啊，叫本梦比啊。这一部分金管会啊，这个姚王主委啊，你也是学者出身的，你怎么用比较理想的来规范这个事情？对，其实对于生技科技他们的发展，还有对于他们这个药之后可能产生的市场的效益，还有它的营收的部分，其实从金融监督管的立场呢，我们觉得是必须要让公司对于资讯要讲清楚，那投资人能够有充分的沟通这样子。那如果说有关于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大家都在学习啊，有关于生技科技其实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说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在这两边的平衡上我们也在是啊，你们有投保中心啊，你可以看基亚连跌20只停板啊，买高点的人他不是要去自杀去撞墙，这个耗点也差不多啊，现在已经腰斩了，接近腰斩了，买到700多块现在不是跳楼，这个东西你们有个投保中心啊，你们总是对不对？这台湾的消费者总是比较很相信官方的说法啊，是难道不是吗？投保中心大家都认为本梦比本梦比，你们现在如何突破这本梦比的框框？哎，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外面的一些所谓的投信投顾啊，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股票市场上的老师，甚至于一些人的说法，这个我们也都在严密的监控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有资讯上面有不当的发言，或者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可能对投资人有争议的话，我们都会要求公司再做更详尽的说明，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持续检讨。好，第二个我请问你哦，因为最近看到一个说兆丰银行被假美钞领走了台币6600万，这个假美钞是二次大战的古董美钞，这一部分呢、啊，你们金管会怎么做？金融局局长要不要来补充一下？这会不会太离谱了一点呢、啊？这个惊动到美国啊，因为美钞啊，就拿美钞去兑换台币啊，6600万，来讲一下。鲍委员，这个兆丰第一时间就有把他的情形跟我们做一个报告哈，在大概在去这个二月中下旬的时候，那他也及时反映，把相关的案件移送到侦查机关来办理哈。那我们的据我们的理解，金额没有像鲍仔这么大了。那都是多少？大概台币1000多万左右。台币1000多万，对，媒体写6600万的。他即使他也跟检察机关跟司法单位来申报，对于当时兑换的人的行踪也掌握哈。抓到没有？这个可能要那个，这个可能侦办中的后续的我就不是那么清楚。但兑换的人拿去兑换的人行踪，他们已经在。大概什么样的人？他们有没有描述一下？应该总是有看到录影带啊，什么之类的啊，对不对？西装笔挺，或者戴个帽子，或穿个雨衣什么之类的，有没有？他住宿在国内的某个旅馆、啊，那已经都有掌握了。掌握了是。细部要问兆丰。啊，查某。男性。男性，中年。是。体硕健壮。我不是。你都知道啊，你别讲，你嘛现在讲一个啊。对不对？我们帮你抓啊，大家帮你追认了、啊。已经报案了啊！已经报案了。你大概预估什么时候可以抓到？这个我们在对兆丰银行有没有处分啊？你们还是他还是无辜的受害者？兆丰其实在这一个事情上面，他时间的掌握跟他的反应啊、哦，都还算哦，没有异业到分际啊。可是这照理讲，我们不可思议。这不是常常有那个钱塞一下看一下亮一下灯光照一下，怎么会这么离谱呢？一个老牌的兆丰银行给不安呢？这个东西看你好像轻描淡写，我都觉得很严重哎，这些米家。这是他主动发，这扰乱金融秩序哎。是他主动没错，可是问题是你第一线怎么没有把好关呢？对不对？第一线你本来就不应该给他兑换了，怎么会这么离谱呢？进一步我们再来，我们再了解。好，另外啊，我想请教主委，这是你专门的了哈。这个226是不是？还是几号？
地震啊。0206。0206226哈。这个台湾地震险怎么样？地震险台湾的普及率多高？投保率啊，30%。这次受灾户有多少你知道吗？这次受灾户如果是在台南的话是20%几。我知道的是25点多了。对。所以我从2010年你看。纯纯善诱啊，那大港共大概的共啊，这个地震险能不能金管会都把我糊弄嘛？我们的人很客气，就把我糊弄嘛。我要去研究，研究，一研究就是你看，2010年到现在，两年啊，有没有两年啊？就是地震险可以不可以改为强制险，类似汽车责任险这样子啊？因为台湾有专家说哦，2016年是地震年哦，这是中研院的资料讲的哦。说今年会地震频仍哦，啊，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是觉得小老百姓何其无辜啊！他这个东西好辛辛苦苦买了一栋房子，你现在保的他自己保一点点而已嘛。我看到全倒了才100多万而已啊，他辛苦的怎么办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王主委？我想我们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是如果列为整体强制的来说，我想这个可能必须要立法院还有行政院整个 top down 来。有啊，我就提出要强制啊，你们一直不同意啊，你们都打枪啊，哎，不宜哦，不宜哦，新闻不宜哦，要花很多钱哦，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个如果强制，如果要全部强制的话，包括地震基金，还有整个避险，还有海外的再保险的部分，都必须要重新研议啊。是啊，你可以想嘛，我们哦，都把这机车、汽车都有强制啦、啊。我今天万一怎么样撞到人，第三责任险这些统统保了，我们这些。这个今年地震会专家这么说哎、欸，啊，现在来讲投保率普及率只有30%而已啊。对，这个谢谢委员的关心，我想非常认同您的理念。可是，在能够台湾有一个比较好的地震转移机制之前，啊，透过各种方式来做避险跟再保险之前呢，哈，这个部分我想可以从长研议。我们再给你一个时间评估好不好？是，一个月内给我们吧。是，反正你们快要毕业了哈、哦，这个事情很重要，客观来做啊，快要开会几集呢？政府要花多少钱？是，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下这地震啊，我是觉得，谢谢委员关心，因为大家都不太注意，没有想到说一地震，你的一辈子的，而且你要背房贷，到现在有以前的地震下来，还有人在背房贷都有啊，啊，谢谢。好，谢谢委员关心。接下来请徐国勇委员质询。主席还有我们金管会所有的官员同仁、哦、所有好朋友大家好。那主席我们请金管会主委。其实刚刚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出来，大家都很关心啊，竟然可以用伪造的美钞这样去换这些钱，大家都在问。那刚刚赖世宝也问啊，到底我们现在银行对这一方面的辨识能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报纸竟然说达到6000多，你刚刚说是1000多，那不管是6000多1000多，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发生？会不会对我们台湾银行在整个国际上产生，人家美国又产生一个疑虑？啊，您台湾的银行到底辨识能力有这么差吗？金管会在这一部分的监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不能向全国民众做个说明？其实兆丰在过去有关于这个风控的部分，他们都有一定的机制，而且他们那机制都有报董事会，也有报金管会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那为什么这个机制还会出问题呢？我们会再做一次检讨。我们是不是会再做一次检讨？怎么个检讨？来，我们再请教一下来，因为这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情啊。换句话讲，银行都会拿到假美钞，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国际贸易，我们进了这么多观光客来，会不会拿到一堆假美钞啊？会不会？会，会。鲍委员，这个你先回答我会，然后才讲啊。这个哦，这个兆丰这一次哦，因为伪钞有。伪钞的制作有些比较精致，有些比较粗糙哈、哦。这是兆丰他因为兑换的金额比较大，他有怀疑哈、哦，所以他在送请相关单位做一个鉴识。哇，有怀疑还被 A 了1000多万，
啊，这个怀疑嘛，足奇怪。他签存了，处不处罚？这个应不应该去精简一下？他们这个银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鲍委，我们会通盘哦，就这个事情看看兆丰的一些伪钞的兑换机制跟风险控管有没有缺失什么问题。我希望他赶快处理。为什么？这是对我们在市场自由市场会让人民产生很大的疑虑。这是今天新闻出来，我先希望提醒金管会能够注意。好，这一件，那啊，请下去来，我再请教一下。那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 TRF 的问题。其实一年前甚至三个多月前，包括昨天 TRF 的自救会都还在开会。我们现在 TRF 到底台湾曝险是多少钱？诸位，其实刚刚有提到过 TRF 一直都是我们严密的监控中，如果有个案的话我们也会协助处理，所以我们也要求银行对于他现在客户还没有结束的契约必须要有客户的协助措施跟风险控管的告知。那整个的曝险刚刚有提到过了，就是目前为止如果我们的账面损失的话，其实是银行列为被抵提列被抵损失的是52亿了，才52亿。我刚刚、拜托的啦，你去看看《金周刊》《远见》杂志登出来都是好几千亿，你说52亿是52亿，那整个 market 的曝险是700多亿。我再请教你，我们台湾的银行现在很多人在怀疑，他们真的只有赚手续费吗？你知不知道 ，TRF 在台湾第一个公开开一个论坛，公开在卖 TRF， 公开在宣传的第一次是在哪里？是哪一家银行办的？你知不知道？这个部分我们不清楚。是台湾银行还是中国的银行？第一次啊！第一次公开很大的，就在信义计划区。103年的时候吗？我们是有人讲了，哪一家银行？这个有人知道吗？给诸位一个提示，没有问题。鲍文，这个抱歉，信息没有掌握。信息没有掌握，那我就告诉你 ，TRF 让我们人民遭受巨大损失的都是人民币，来这里卖的就是中国的银行。鲍文，中国的银行。我们理解哦，陆营在我国并没有从事这项的一个。没有吗？没有。你们实在是啊，会不会太麻木了一点啊？在信义计划区，2013年第一笔的人民币 TRF 的交易，在信义计划区召开的经济论坛里面，由中国银行所举办的说明会，开始就在推销，人家利用经济论坛在推销 TRF， 坑杀我们台湾的企业，你们竟然不知道？第一个就在这里，要不要查一下？鲍文，那个是这个有没有违反我们相关的规定？鲍文，你们都不知道。100年哦，100年这个人民币业务开放之后哦，本营跟外营跟陆营都能够乘坐这个业务，但是这个陆营哦，并没有乘坐这一类 TRF 跟 DKO 的一个业务在我国境内。没有，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有这一回事啊。他们有做，我现在告诉你有啦。是，那我们来了解，了解是。今年106，105年啊呢？他们有两年了呢。他们有做人民币的业务，但是并没有做类似 TRF、DKO 这一类高杠杆的一个衍生性金融商品。好，我再请教，我们台湾的银行在推销这个 TRF 的时候，到底只是赚手续费，还是可能利用他的 OBU 等等，在境外跟中国的银行挂钩？然后呢，一样大赚我们人民所亏损的这些 TRF 的这些汇率的损失，有没有？鲍文，抛补的，据我们的理解，大概都是欧系、美系的跨国大银行。所以你认为中国银行没有？我没有吗？我们的了解，绝大部分都是欧系、美系。因为碰到中国就不敢查，所以只查欧系、美系。不是，我们是从我国银行这一边哈，跟我们申报的结果都是欧系、美系这些大银行。我做一个表给大家看，是给你们看，也给记者朋友看。大家看看客户付款给银行，
银行亏损了，然后我们上面银行就要求什么？你当然啦、亏损保证金要追加等等，他要交付给上手。这个上手，这个上手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银行跟中国银行联合起来坑杀我们的这些企业？鲍委，这个要能够做上手承接这一些衍生性商品呢、它必须有一定的一个规模。我知道你要讲规模啦，但是，我不要大规模啊，我只要坑杀你们台湾个几千户就好啦。我这一些跟中国银行联合起来，我再给你一个数据，你问一下。我们你刚刚的业务报告里面提到，我们的银行获利率什么都在提高，本国银行现在在中国分行的获利率是赚还是跌？今年大概是50亿啊，五十亿是赚还是跌啦？我问你啦。赚好、那跟以前的赚是成长还是衰退？今年有略微衰退。略微，因为我这边的数据是大幅衰退 45.8%， 你跟我讲略幅衰退，你是资讯跟我不讲哟。鲍文，因为资讯好像是你们给我的、是因为今年人民币有贬值所以因为汇率的结果，但是你把台币的贬值也算进去的话，今年是有衰退。衰退多少？45.8%没有错吧？好，那我再问你，三家中国大陆的银行，中国的银行在台湾，他们的获利是成长还是衰退？我再问你。应该今年大概去年到104年应该是大概65亿左右了。65亿嘛，这是你给我的数据没有错嘛。好啦，我们台湾的银行在中国大幅衰退，今年还是有赚啊齁，探华追探砸高眼。中国在我们这里赚65亿，等来公你必然靠紧各个那家探个追，为什么赚得多？为什么TIF 有没有问题？还有上面有没有挂钩的问题？鲍文，这一部分应该是大概都是这个央行在这边回答过很多次，都是因为人民币转存的一个利差。拢上口街哦啊！如果都是这样子，那这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就是其实跟 TIF 这些都有关系，所以人家在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跟他们有挂钩。所以啊，这一部分我希望你们要查清楚，我会继续的追查，希望你们把这些我要的资料，刚刚我提到了，你把它查清楚。最后一点，保险法修正，诸位，是15岁以下，我希望你要特别注意，除了天灾地变以外，其他的都要好好的去思考，应该不是从人寿，必须从责任保险里面的产物保险，责任保险是属于产物保险，这一部分可能就可以拖，你先回去做没关系，不要站在那边，太累了哈。所以我在这里是提醒你，这一部分我们赞成，但是必须人力不可抗辩。如果是车祸等等这些意外，那会产生道德危机。是，所以也许在这部分你们要坚持立场，我不知道你们的立场是什么，是要坚持立场。我们的立场是在不经增加道德危险的前提才会。这个是我先。希望给你的个我们的一个原则要把握住要把握住。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接下来请余婉如委员质询。主席。各位立院的同仁，然后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请主席帮我邀请主委上台。委员早，主委早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就说去年11月份，经济部长邓正中在接受这个《金融时报》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有表示说政府正在思考。来开放跟这个解除中国的资金投资台湾 IC 设计的这个禁令。那这个经济部的这个部长也希望说在他任内能够完成嘛。我想先请教主委，就是说现在目前台湾开放的这个IC 的这个产业就让中国来投资的有哪些项目？开放中国来投资的 IC 项目有哪些 ？IC 产业的项目有哪一些是已经开放给中国来投资的？
这个很细，是可投资的。政企局，这一部分是大部分都在投审会这边会进行审议，因为是入资要进来的时候啊，如果投资台湾的话，站在金管会的立场来讲，我们原则上如果是合意的部分，我们没有意见啊。但是如果说以我们产业政策要控管的部分，我们都会跟金融部投审会这些都会协商，然后看看准不准许。谢谢局长。那我再请教一下哈，那局长可能也在旁边一起好了。那我再请教一下，以这个联发科、历程、南科跟细品这四家公司来说，目前是否都是属于开放的业别？开放的业别。其实现在就我们讲，只有一些比较，我们认为应该要国内还不宜开放给入资进来的，大概只有一些相关的。那 IC 里面可能是重点之一，或者我们晶圆啊等等这些事。那详细情形因为并不在我们这里。是经济部的一个权责。不是说不在你们这边就不知道这些细节啦吼，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吼，我们这个 IC 设计来说是比较就是偏向是这个比较先不开放的嘛，刚我就一开始有讲过了嘛吼，这也是为什么经济部长希望说在他任期内能够推动解禁这部分。那日前呢，这个中国紫光的董事长赵伟国他说吼，他要要求中国政府吼，就是说台湾应该要开放 IC 设计产业，让中国的入资来入股哈。那如果说中国台湾不开放的话，他要求中国政府不准在国内贩售台湾的这个品牌的产品跟这个制造晶片。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主委的看法，或者是金管会的看法，是要开放还是禁止呢？对于中国这样子强逼民女的态度哈，这种霸权式的这种要求，我不知道说主委或是金管会对于这种态度是觉得说 OK 可以接受呢，然后以及开放是可以开放呢，还是应该要禁止开放？这个是他们的说法，我想这也是他们的政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是协助产业往外扩展，不只是中国大陆啊。那我们觉得，如果对于，而且在刚刚提到很多公司是不是要合并啊，或互相合作，这个是各个公司自己的经营权的问题啊。所以说，金管会就是一个图章盖盖就好嘛，哈。那我另外再问一下，就是说，主委知道，民间已经在联署反对这个台湾开放设计产业，开放入资来这个入股中国的 IC 设计产业。那请问主委知不知道民间反对联署的原因？我们了解这个原因啊，那是不是可以稍微讲一下？主要是不希望大陆有对台湾有太多的这个控制权，还有对产业可能对于影响上面后续的影响，会造成台湾产业的没落。对，其实主委你知道嘛，哈。那既然说这个中国紫光，其实它背后的这个资金不是来自市场资金，那这几年透过并购，然后希望说能够做大中国的整个 IC 制造业的上下游，那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这个 IC 制造业好是非常具有这个战略级的一个产业，目前的市值已经高达5763亿元，占 GDP 的 3%。所以说在这部分，这是民间最大的疑虑。一旦我们的 IC 设计能够入资中国的话，在这个中国政府政策的这个支持之下，还有市场资金这些等等，很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技术消失、人才消失跟市场消失嘛。那所以说，在这个去年11月1号，前主委曾主委哈有说过，针对这个紫光哦，要这个想要恶意并购台湾的联发科，曾主委提说哈，要针对恶意并购的修法。然后提出一些这个检讨，并且就提交报告。请问目前的这个进度到哪里了？这个还在研议当中。主委，就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哈。如果一年是12个月的话，现在已经过了几乎1/3的年了。那是不是可以请主委在2个礼拜之内把这份报告提交给本席参考？可以。好，谢谢。那接下来本席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哈，目前哈日月光它并购细品的过关要件是什么？现在还在投审会当中啊。
现在还在投审会，你请问一下主委，还记得金管会提出的两个要件是什么？过关的要件，达到最低门。报告委员，因为现在来讲，日月光已经提出公开收购了，那只要公开收购成就，那公平会也认为没有那个影响公平竞争的这些产业垄断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事实上应该可以过关。嗯哼，是，其中一个要件是说，公平会要在3月17号做出驳获准的一个这个决议嘛，吼。那可是，在2月底的时候，因为这个案子是2月初送进，照理说3月2号要做出结论。那这个案子在二月底的时候，投审会就说要延长2个月，就是60天嘛。换句话讲，这个案子很可能就过不了。好，那其实本席其实不是很在意说到底日月光能不能并购细品。本席在意的是说，那接下来很可能就要送入的是紫光的一个案子。那想请问一下，这个金管会主委这边哈，是否已经收到紫光想要入股这个历程细品跟南科的案子？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资讯。嗯哼，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他们送就紫光的这个入股的案子送进来之后，金管会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还是会，他们还是会先到投审会去审。那投审会希望我们表达意见，这样子。嗯哼，对。那主委，你刚刚也讲了，你们可以表达意见哈。那我想知道你们的意见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现在因为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资讯哦，那个必须要评估，所以没有办法事先来回答。对。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看到就说哈，台湾的法令有一些欠缺。如果外国人要来台湾投资，有外国人投资条例；如果华侨要回台湾投资的话，有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可是对于中国的入资哈，想要入资来台湾的这个 IC 产业，却是用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决定。换句话讲，马政府只要跟行政官员讲好，中国的资金就可以来了。这对台湾的产业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尤其是 IC 产业。那希望说这个金管会能够在这个案子上面送进来之后，召开公听会，广纳各位专家的意见，再做一个决议，尊重新民意。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注意。不过那个中国的投资的部分，因为陆委会那边也有相关的规范，两岸政策的那个投资的规范，那边也是有办法，必须要遵循。好，那本席会继续就是注意金管会在这部分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些公听会等等的动作。好，谢谢，谢谢主席。谢谢。好，我们下一位发言委员是卢秀燕卢委员。主席，我请金管会主委请银行局长，谢谢。好，诸位银行局长，请。委员好。诸位，长期以来哈，有些人会把财委会弄得议题弄得很艰涩，来表示专业。那其实我一直认为，财委会的议题如果跟所有的普罗大众能够结合的话，才会更有意义。所以前两届我在财委会都致力于小市民财政，这是我发明的名词啊。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的财政跟每个小市民，让他们能够浅显易懂，而且跟他有关系的话，那就更有意义啊。那所以我今天这一届还是维持会这样的一个作风。我第一个要请教的小市民财政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兆丰银行啊，它这个发生200万美钞的这个假钞的问题。那所以我今天早上也接到有很少数的民众当然在询问这个议题，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是旧版的美钞，很多人以为兆丰银行拿的是二次大战的美钞，所以他弄错，不是，其实拿的就是这种美钞，旧美钞。什么叫旧美钞呢？就是两个颜色印刷，其实在台湾现在主要流通的就是这种旧美钞。那台湾一年有1000万人次出国，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多少有一点美钞。什么叫新式美钞呢？多色印刷啊，还有这种橘红色的、绿色啊什么多色印刷。其实台湾人有新美钞的人比较少，所以一般的小市民他要问的是，哎，我们现在台湾主要流通的就是这种旧美钞，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一些。那如果银行
都没有办法辨认，如果连验钞机都会被骗的话，那小市民常常在教我们说怎么样去辨识美钞，什么浮水印啊、反光等等，会有用吗？所以我的疑问是，这次赵峰的这个事件，你们银行局有没有迅速了解？他是人谋不臧，内神通外鬼，还是这种美钞、这种假美钞在台湾其实是非常泛滥的，几乎每个民众都有可能拿到假美钞。王主委跟詹局长，报委员，这个案子已经在侦办中哦，这一个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事实真相未明之前哦，我也不敢跟委员报告。所以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内审通外国也有可能。报委员，这个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哦，各种可能当然都存在。第二个就是您刚才回答前一位委员有提到，就是说冇可能大家拢摕到假啊。因为刚才前一个委员问你讲，是不是大家拢有可能摕到假？你讲有可能啊，那这样不是人人自危吗？大家去为台湾现在流通的这个美钞东西假，验钞机嘛也没出来，结果这个银行的行员从下到上拿了200万美金，不是拿100块美金来换呢，冷霸班他基本上不是只有银行的柜员，他还要经过他的主管，还要经过经理，因为他冷霸班来呢，啊，那有话都跟我讲。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会马上要求所有的银行针对于那个辨识钞票的真伪的这个部分啊，做立即的一个检讨。那我们会确保民众可以领到的钱。我的问政习惯是，不只是小市民财政提出问题，我还喜欢提出解决。请问，如果现在民众每个人对自己手上持的美钞都有怀疑的话，金管会会督促银行提供什么样的验钞服务？有没有一个专责单位，还是大家可以要去大排长龙去验钞？去哪里验？如果银行的验钞机都验不准的话，如果银行的柜员或经理都没有办法辨识的话，现在大家要去到验他的钞票是真的假？有没有提供一个管道，或是他可以查证的？报员，外汇银行哦，基本上在现钞的兑换，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啦。那这个个案，我相信是一个特殊哈、哦、特定集团的一个个案啊，一般美金现钞的流，你们最近会成立专案吗？提供两个服务，提供两个，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所有银行全面检视，哈，搞不好他们现在手上持的美钞也都是假的，兑换出去也都是假的，那他们的验钞机有没有问题？他的银行训练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必须要解决问题才有效。是。第二个就是提供民众什么样的一个检验服务？是。请你回答。这个我们会成立专案。会成立专案，那所以今天开始会发文要求各银行提供这样一个验钞服务。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好，接下来哈，我要提的第二个小市民财政的问题是有关于台版余额宝啊，听说你们今天下午要就此来拍板定案。什么叫余额宝呢？小市民比我们很多委员都还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呢，譬如说透过常常上网去买东西，上买去的这买东西，很多人哈，他可能会储值一笔钱在他的这个账户里面，然后来做支付。可是呢，譬如说我除了3000块，我只买了1000块，我剩下2000块储在这个支付宝里面的体系里面，那这2000块呢，黑的也不利息，也别当运用，就扣秀。所以大陆有开放，就是说，哎，让提供支付宝的这些业者呢，他也可以提供剩下的这些钱，他现在储值在里面的钱呢，可以有一些活用，譬如说他可以做一点理财，譬如说他可以连接一些基金啦或什么之类的，让他剩下的这2000块钱，然后本身会具有功能，什么东西最大？悠游卡最大。Seven Eleven 四大便利超商，每个人都有这个储值卡。这个储值卡可能里面除了1000块，他只花了200块，剩下8块放在里面，无利息，也不能做融通运用，很可惜。听说你们今天下午要做拍板定案，这样的消息是确实吗？今天下午有证券座谈会，所以没有针对个案余额宝，那只是一个互相之间了解跟沟通，所以不会在今天下午拍板定案。那像这样的一个余额宝，你们有计划要开放吗？报委员，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里面对于这一个电子支付机构，也就是第三方支付的资金应用，我们有明定
但是哈，这明定就有你的主管机关就是你们嘛，只要同意就可以了。对，我们有一个授权哈，就第四条嘛，当初这个电视支付条例还是我当招委时候通过的。是。那所以只要你们同意就可以呀、啊。是这一个曾委员在政治委任内的时候哈、哦，他还说将来是实际上业务发展情形哈、哦，在做一个政策上的考量。那现在就是王主委啊，你有你给他尊重曾主委，你不尊重王主委，我就骂你猛力工。王主委你自己回答，你的政策是要曾归王不随哈、哦，开放还是维持曾主委任内不开放？为什么？银行是反对的。因为银行不希望这些什么储值卡它具有银行的功能啊，它可以独揽这个市场，所以银行业者是拼命在反对这种让储值卡具有这种储值或是它本身理财的功能，是反对的。那所以曾主委任内是采取保守，你一直在笑哈，你内行你知道吗？他没有开放啊，他比较倾向银行这边啊。那你呢？可能要看开放的程度啦，而且这里也牵涉到说，因为其实像中国大陆或者是我们台湾现在对于那个账户里面的实名制还有风险控管的部分，是不是有洗钱的部分，都要有一个相关的配套措施。那这你来定嘛，你就是金融主管机关，你不要去问别人，就是问你为什么呢？要实名制的时候，你可以进制度嘛。如果它具有理财功能的部分，你就开始实名制嘛。你就要求，我们现在已经要求全部实名制了，对呀、啊，可是没有办法马上做到。那至于说，我现在先问你方向，你有要开放吗？因为一般的小市民想问啊，像我有那么多的这种储值卡，我想问，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财吗？它可以 SIR 理财不？或是怎么样一个连结呢？喂，我们可能今天下午聆听一下他们希望开放的范围跟可方向呢？你有没有自己的政策？虽然你任期只剩不到三个月，你有这样的想法吗？对，我们了解后如果有办法做的话，我们才会开放，所以这个部分还不确定，我们要进一步的。所以今天讲说今天下午会拍板定案并不确定哈，并不确定，我们的王主委还在这两个中间摆荡，就是在银行业者之间跟这个社会大众他本身储。那我们这个，那我先问你一个数字，我们现在的这种银行的储值，包括悠游卡啦，包括各种便利商店卡啦，或各种这个线上购物卡，那储值大概有多少哈？储值大概的金额，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银行局回答？詹局长，因为这个金额很大，如果有没有理财，对民众影响也是很大。我怎样？报员，这个电票大概有差不多5000多万张了哈，电票哈，但是每一张上面，我们的理解上面的金额都非常少，大概差不多几十块这样子啦。电子票证就是我有光电子票证哦，是那线上购物还不算哦，哈，是电子票证就是悠游卡嘛，对不对？对。可是四大超商的有的是它没有悠游卡功能，也有四大超商自己之前有发卡嘛。光电子票证5000万张，一人除50块钱就25亿。六大概25亿的利息是多少？5-60亿左右了。5-60亿对吧？光电子票证5-60亿，是5-60亿。那一年的利率以1%来算的话是多少？现在是他们是没有户籍给。对啦，我是说如果有的，它具有余额宝功能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就跟小市民财政有关系。那你知道现在是微利时代了，那也是低息的时代，对市民来讲，有时候多7块钱、多5块钱，它也可以多一个卤蛋啊，这就是卤蛋经济。那所以我这么多年一直在致力，就说小东西也要去跟。你要跟他算清楚，他有这个权利，政府应该去管的，这就是我们台湾金融要发展的方向。金融发展方向，我们要采取开放，替民众理财，替民众思考，而不是站在银行这边。所以我今天问你这个问题，接下来这三个月你们要好好思考，今天下午的座谈会也要提出方向。这跟你想想看，5000万张，表示一个民众有2-3张，他的权利谁来替他保障，谁来替他发言，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啊，下一位发言委员王龙章王委员，时间10+2。哦哦，对不起，8+2哈。好，主席麻烦我请王主委，谢谢。哎，主委，王主委。好，
我想 我遵从我们的今天的主席，我们卢兆伟的指示哈，一些显而易懂，然后跟小市民，然后特别跟弱势者有关的议题，来跟主委做一些讨论。好，主委，我想我们在。推动微型保险其实主要就是要照顾弱势的民众，如果他们在碰到一些意外，或者是他们可能可以有一些微型保险是社会保险可能没有办法 cover 到的，这个部分可以让他们有及时的一个保障。好，在当时的对外宣称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表示就是说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会有300万人可以受惠。那然后比同一这样子的微型保险的这个部分的话，保费会比一般同型保险便宜4%-5%到6%左右。那我是不是能请教诸位，现在目前执行的情况如何？在持续推动底下，我们其实在从100年到104年过去这个将近5年的时间哦，其实在103年跟104年是有最大幅度的成长。103年单一年度承保民众就超过7万，是过去4年累计的1.5倍。那104年的话，投保人数超过22万，所以这个有非常明显的成长。现在投保金额大概有318亿。所以。主委，能不能说一下，就我们有没有达到300万人嘛？对不对？没有300万人加入这个保险，对不对？那您刚刚讲的22万人，是104年度单一一个年度，还是历年累积？现在的累积投保人数吗？还没有达到。您刚刚讲的，我直接讲，您刚刚讲的22万人次。是历年累积的人数，不是单一年度的投保人数，是不是？现在已经有22万人受到保障。那是历年累积啊。对。每一个单一年度，我们的微型保单是一年一保。是。对不对？对。所以22万也是人次，而不是22万人。您同意吗？这个是投保人数跟人，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有一个人如果买2张的话，所以历年来直接讲，历年来一共22万人次投保，但是不是22万人得到保障，因为可能同一个人从第一年到去年，通通都有保，也有可能他中间只有保一年。然后就没有了，对不对？我想这个部分，您负责监管业务应该很清楚这中间的差别。刚刚22万人是累积现在有效契约的，所以是22万人现在在 cover 底下。是，所以是历年来累积的人数。就是现在还有在保障内的，并不是说他如果已经到期的会踢掉，这个部分已经排除了。好，那我再请教主委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这里面我们原来设定的目标是弱势族群，好，那现在投保的这22万人都是所谓的弱势者，是经济弱势的朋友吗？是。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稽核机制？稽核机制啊，因为我们对于投保弱势的认定上是他的年收入啊，必须在新台币35万元以下。他夫妻收入是70万元以下，保险公司收的保单，你们有什么样的机制去查核他真的是这样子？你们有跟相关的单位跟我们的财税财税资料中心来做勾稽吗？这个不用，因为金管会有这个检察局，所以我们对于那个精简的时候，对于被保险的详细资料我们都有。对，所以。你们现在，你确定就是说，这22万人都是您刚刚讲的这样子的条件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把握？
我们相信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其实在推广的过程里面有跟非常多的社会福利机构一起合作，那由他们的协会里面的相关的会员，或是由他们来做介绍哪些弱势群众可能更需要这样的保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本席可以了解的情况，并不是说您刚刚所回答的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如果有问题，那我再请教，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就是说我们的保费确实有比较便宜吗？一定是比一般的保单便宜。一定比一般的保单便宜。对。好，那为什么你们在自己的网站微型保险 QA 里面，在第三题里面承认微型保险的保费并没有比较低？这个比较低，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查询的情况跟结果，事实上也没有比较低啊。我们只是总额比较低，入门的门槛比较低啊。没有，保费是不是比较低，这个部分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啊，这我们会检讨我们文字上面的说明。所以你确定你们的微型保险的保费是比较便宜的吗？如果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同样是买寿险跟意外险或者是相关的险种的时候，它只是在保单的计价上总额低，入门低，但是等比例来讲的话，它其实并没有比较低。这个是精算上的定义。你要不要跟你的同仁再确定一下？对，这个精算上我们需要再厘清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再厘清。所以是我们网站上面写错了，还是我们网站上写的不清楚？我们会再写清楚。好，那我觉得主委对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啊。那我们怎么样子劝服我们的保险公司，然后提供这样子的保险？我们提供给他们的诱因是什么？主委知道吗？提供给他们的，你是说保险公司，然后来销售这样子的保单，哦，然后我们还给他责任额，那然后我们提供的诱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鼓励保险业做这样子的一个。好，我再告诉你啊。好，这里面的话包括保险商品申请案的核准，好，我们会再加速，然后设置分支机构的这个部分的话的申请案，那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加速做审查，然后聘任保险业的负责人的，就是说申请案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相对的来讲宽松等等的，就是说诱因。但是诸位，如果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本席之所以会问你为什么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相对的比较便宜，好，在保费的这个部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提供这样子的诱因？好，这一些的就是说问题，本席希望诸位你能够去了解清楚。好，然后在这里面特别是设置分支机构的这一个部分，本来我们就应该按照保险业设立迁移或裁撤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然后去做相关的要求。哦，该审查最高审查75天，该审查75天就审查75天，而不应该用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配合我们来缩短。也就是说，该审查75天就审查75天，该可以缩短就应该可以缩短。这个不能够不应该用为就是说手段或者是诱因。报告委员，我们推动微型保险是希望照顾弱势团体。那刚刚在保费的部分呢，它的手续费实际上是一定比一般保险更低的，所以对保费，我问你保费，它的保费包括精算的保费再加上手续费，所以弱势团体可以透过比较低的保险，因为它的手续费着收的比较低，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帮助更多弱势团体能够有保障。那在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保险业，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认为保险业应该做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部分。保险业其实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它很多其实是捐赠的，连保费都是不收的。本席清楚这样子的情况。好，那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我想请问，在保险法的规定里面的话，我们的保险可不可以用送的？事实上微型保险保险法的规定是不可以，可是保险公司可以做企业社会责任的捐助。我们
就是说其实在国外相关微型保险的研究非常的多，那主要其实做最多的不是在金融单位，不是在金融主管机关，事实上做最多的话是国际劳工组织、啊、好，那另外在经济学人的杂志里面的话，然后在104年4月的时候也提出来，事实上微型保险最首要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子销售保单，那在他们的研究里面的话，送比卖还要有利。好，本期希望我们金管会能够就这个部分来做研究，那就是说保险法如果适度要做修正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做检讨跟修正，如果这件事情的话是值得做，我想也我也知道是我们证券主委事实上也在努力推动的事情，那之后的话要是不是就是说继续努力落实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话，该适度的就是做修法，事实上应该做适度的修法。好，好，谢谢委员的意见，我们会回去再进一步的检讨。在下一位委员询答之前，我先做个预告哈，我们是不是在黄国昌委员质询之后，我们休息5分钟，让询答的委员、官员还有议事人员可以去洗个手，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就是在黄国昌委员询答之后要休息。接下来请李应元委员质询。主席，早。我们金管会王主委以及金融相关单位的这个同仁，大家早哈。主席，我是请王主委哈，谢谢哈。李委员早。好，姚赞哈。我想讲知啊，看咱曾明忠主委的猛料，我拢唔免问啊啦。好所以我还是从这个浩鼎这一章这件事情来先开始哈，因为几位委员已经都问过这件事情哈。那这件事情，我想。包括这个中央研究院哈、哦，也有很多啊，必须要来厘清。我个人当然也是认为哈、哦，大概翁院长在那个相关的期间的一些发言，有可能不适当。但是我们整个国家像矽谷那边哦，譬如说这个斯坦福大学啊、哦，这个一个教授他研究的时候，以前我们的文化，比如说研究就纯研究。不要去做这个产业的这相关的发展，去这个叫做 Angel Fund 还是 Venture Capital 去来发展这个产业来投资。那现在大家慢慢接受，能够就是教学研究服务，还甚至是把它产业化来处理。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会造成研究者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时间讲，什么时间不可以讲。我想这个需要一个新的规范，我想这个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来追究这个问题，让这个新的规范能够建立啊，我想这是好事情哈、哦。那现在就是说就这个这个借券的这件事情哈、哦，一个每天交易就大概500到1000张的这样的一个一只股票，它的借券会达到6600多张，这个我想是不是不正常？那个吴局长是不是也可以顺便起来一下，来顺便来了解哈？诸位，你觉得这是不正常？是不？你这样的一个比例哈、哦，不正常。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哈，从这个大概105年11月就开始预告106要解盲，就是今年要解盲，对不对？所以从那个之后的，从1月5号就开始借券到2月18号。这样的一个借券的数目啊，那个诸位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数目就几百张，100-300张，大概顶多300多张，好、哦，有的时候就低一点。这样的一个借券数目啊，有没有什么异常？它是不是规律的太异常了？太有规律了，所以觉得很奇怪。我们其实也了解这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所以其实也已经进去关注了。那刚刚局长有特别提到说，因为浩鼎这张股票是 MSCI 的成分股，那也因为这个
解盲事件可能会造成投资人，尤其是法人相关的这个投资政策上面的一个改变，那他们会有借券的这个动作。可是就金管会来讲，我们已经针对借券比较多的法人或投资人，他的投资政策跟最终受益人还有相关交易的部分进行了解跟调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掌握中。没，就是说他会不会因为已经预先知道，他可能不是大股东，可能目前你们说大调查的状况都不股大股东的持股都没有大的变化，我想所以说追根究底要尽快出来，我认为一个月太久了，据你预告的一个月，现在已经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了吧，那现在就说他这个借券的数目都维持在这么个量，所以不会造成这个市场的警觉性。我要问的问题是这样，我讲这样的一个借券是不是一个很内行的借券的状况，所以他没有借券很多，他是逐步的布局安排，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请你快速的回答，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一半了。这个应该要透过刚刚讲的这个投资政策跟最终受益人交易的对象的分析才有办法知道。那你们已经处理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是不是请政企局局？减掉已经介入了没有？我们有收到讯息，对。减掉已经介入了，对，我们会配合调查。所以我想这个必须要尽速厘清，所以谁是必须追究的，这样才不会让一些说不必要的人受了这样无妄之灾哈。另外就是说，曾主委是在二月一号，王主委你是什么时候接任的？二月一号，你什么时候接任都不记得了，因为你一直都是因为王这个要骂曾主委，曾主委请假。所以你提前工作了，我是二月一号上任，是。你二月一号上任，所以这么多事情都是在二月一号之前，所以曾志伟要不要负责？查办，查办。要查办，好不好？这个到底有没有注意到这种异常的状况？但是呢，都是吴局长你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在两位主委前后任主委都有要负起这个督导，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管这个浩鼎，对浩鼎这件事情哈。最后就是就这张，因为没有时间就补这张。那个什么时候一只股票要列为警示性的股票？我想你们有你们的相关规定，但这个类似浩鼎这样的一个样态，是不是将来也应该可以作为你要提报为警示性的股票的一个标的，还是一个这个资讯啊？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交易状况，非常同意。你们要不要检讨一下？是非常同意。好，谢谢哈。好，来下一张。再就是 TIF 哈 ，TIF 也是大家都讲过了哈，而且我和张局长也都很多次的电话，因为处理案件、服务的案件太多了，那个现在就说，我也不希望说完全归咎这个这个哪一个单方面，我们消费者本身现在都是中小企业主 ，keep it 卡子，啊，偏偏呢，现在中小企业主都是他们这个银行搞。有很深的业务关系，所以那个银行知道说你有存款，还是这个交易你有很大相当的存款，而且都做有一个人民币的存款，还是因为是在中国大陆投资啊，所以干嘛个好康给你介绍啊？好康的中间后边做大的歹康，无够清楚啊！拄只咱吴炳瑞委员讲，拢是太太啊，不是财务主管啊，死啊，腰椎签落去啊，等了动未调的时，钱了到无法度的时。已经收满了，所以我已经了解金管会就相关的门槛这些都有提高啊，应该会慢慢的会减少这样的一个灾害还是损害，但是就整个这样衍生性商品啊，因为新的商品不断的出来，这个华尔街的这些金童一探探的哈，细细令啊，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看出了这个了，对不对？美国的国会也通过新的一个法案，就这一些监理的部分以及消费者的保护都有做的处理，所以我是要问的是原则性的政策性的，王主委，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追根究底式的解决啊？阿伯大概不为哈，一这个雷曼的服务完了，大亨嘛总没料，每天用多很多时间的处理这件事情。
对，谢谢委员。我想这个案子让我们可以重新检讨，就是银行在贩售这种复杂型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那个对于客户的 KYC 跟风险告知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再做得更善尽啊？那这个因为之前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规范，现在已经都把很多的规范再做更严谨。那我们会再检讨说，对于佣金啊，或者是说后续如果发生有这样子一个不当个案，我们的惩处是不是可以更严格？好。我想你这个数目字哈，刚刚你讲到一个746亿左右，740亿左右的一个损失了哈。但我这个地方有这个合约到期的大概有50%，然后目前客户损失可能到2000亿，好，可能到2000亿。银行因为它是中间者嘛，一边另外定期也看，想别家你的消费者在购买 TIF 的人，最损失最大一定是最下面那个人嘛。跟委员报告，客户损失到2000亿应该是一个不正确的资讯。其实客户的损失是跟着利率啊，但利率到底贬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有叫银行对于6.5、6.7、6.8，银行不是要跳海没来找咱哈，因为之前有的他有赚一点，啊，做赚了一波一点够，啊，来个撩个尾啊，那讲赚100万美金，撩八万美金吗？就类似这样的状况。我认为这个，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客户就是这些中小企业主去买 TIF， 也手顺绝对比银行大的很多，这一点你承认不承认？银行它总是是一个有资讯的、有知识的，它了解一些风险，它比较会管控，对不对？好、哦、啊，这中间有不断的推销，不断的推销 KYC 是没有错，我们当在两三年一直在讲 KYC 的事情，有进步了，但是伊咧讲的时候，录音就是轻当。哈、哦，风险给你强调，这都谈的啊，这料的啊，但是你没有让你了解到说，真正是料是料个动没条。不管怎么样哈、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这一点呢、啊，哈、哦，不是就银行亏啊，消费者、购买者哈、哦，亏的可能更大，而且人家不断的要呼吁从事这风险性的，给你要负责任嘛。啊，当然我们从政府单位当然是门槛提高，也是要负一点责任的、啊、哈、哦。好，再来下一张，多谢张局长，多谢哈。这个很简单，这个所谓的再下一张哈、哦，那个王主委，所谓的政府挺银行，银行挺企业，企业挺员工，哈、哦，每一个部分到底有没有挺呢、啊？都还可以检讨。政府怎么挺银行？讲一项就好。政府怎么挺银行啊？哎、啊，银行过去两三年拢赚遐侪钱，曾主委大概拢讲赚5000亿，去年赚4000亿，哈、哦，好、哦，不再下一张了，没有时间了哈、哦。就我主要是这里，这个再前一张。前一张，前面那张，前面那张，这张，这个信保基金的绩效，这是1兆3300多亿，哈，这个往下掉，所以协力就这样呢，但是金额就很大。我讲这个信保基金，今麦，出口衰退，哈，整个的这个企业，包括 TIF 受损，很多的企业都有资金的困难。我认为，我希望啊，所以就这个部分虽然经济部主管，但是中间这一块啊，再下一张。再下一张，中间的地方还是金融单位的事情啊。信保基金是金融单位和这个业者之间、客户之间有些产生的关系，才有信保基金的角色嘛。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不管怎么样都是金融的主管单位，也在显然都大了。哦、啊，对于中小企业的困难，不要雨天收伞。结论就是这个了，这可以不可以努力一下？是这个，其实信保基金跟那个鼓励中小企业授信，可是银行对于他自己的信用风险，其实都必须还是要掌握的哈、哦。那个部分，我想我们也会再进一步来了解一下。当然了解啊，不然为什么要说银行要挺企业？政府要挺银行，挺企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角色啊。不然那共修那都没走啊。银行当然有自己的风险评估啊，是，但是有的时候是政策性的，是非经济性的，不是我经营不利。所导致我的周转困难，这种状态是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的一个问题，国家有责任让它融资受到一定的保障。我想这一点呢，继续努力，好不好？这个中小企业贷款的部分其实都是持续成长的，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刚刚那个就是信保基金那个降那么多，当然就是颠高伟了哈，颠高伟成立的公司有400多家，倒闭的公司啊有。1000多家，所以企业的困难，我希望金管会了解，好不好？谢谢你。好，我们会努力。好，谢谢。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质询。
谢谢主席，麻烦主席有请王主委。花园长，主委你好，那个今天早上已经非常多的委员哦，就 TIF 这个商品的销售提出了质询哦，那我想再继续啊，针对这个主题，在刚刚那些委员质询的基础之上，那再去跟主委啊请教一下。金管会啊，在这波管制当中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未来面对即将要发生的问题，到底要怎么处理？那事实上，上个礼拜，我某个程度上也其实蛮善意的了，就直接跟贵会讲，我非常关心啊这个议题，那也麻烦了局长到我的办公室来，那跟金管会的同仁，那就目前呢、啊、问题掌握的现，就目前问题的现状，希望予以掌握。那所以那个局长您就一起上来没有关系。第一个 我想、哦、大家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哦、不管是 TRF 还是 DKO 基本上都是一个获利有上限亏损可以说是没有底洞的一种衍生性复杂的金融商品。那我想要请教主委，那如果局长要代为回答也可以，到目前为止你们所掌握的资料，不管是买 TRF 还是 DKO， 避险用途跟非避险用途的，那如果讲非避险用途，我们就说它直接是投机行为好了哈。避险用途跟非避险用途的比例各占多少？大概是60%跟40%，所以、這個、你的是说60是？是避险，40是非避险。鲍委员，这个我们目前掌握的大概是非避险的比例比较高了哈、哦。非所以不是避险的比例比较高嘛？对，但是这个现在你掌握的数字已经到60%了是吗？对，但是避险跟非避险。理论上有，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截然可以划分的那么清楚。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进一步讨论啊。哈，我为什么哈会直接用这个问题开场？因为2014年的时候，5月19号，我看了也是在同样一个地点，那个时候请了金管会来针对 TRF 进行专案报告。那一次的专案报告当中啊，在本委员会当中，很多非常资深的委员，包括我们今天的主席卢委员在里面，都非常关心那个问题。那请问主委啊，你知不知道在2014年5月19号那一天，立法院针对 TRF 进行要求金管会进行专案报告的时候，那天通过了什么样子的决议？鲍委员，就是，我们对于哈、哦、一般人哈、哦、非避险的部分，我们是不让他们在做乘坐 TRF DKO， 啊、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要严格控管哈、哦、这个这一类商品的一个相关的风险。没有，我把哈、哦、那一天决议的内容哈、哦，因为我为了慎重起见呢、啊。在立法院公报第103卷第42期那天决议的文字，后来有些委员还有做一些调整、哦、我再念一次给你们听哦。建议金管会严格规定，相关缺失没有改善以前，除既有客户之停损退场交易外，不可以再继续新乘坐非避险 TRF 的销售行为。这是那一天财委会跨党派的委员共同提案，大家决议通过了。那我想要请教啊，金管会对于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那一天在这边所做成的决议有没有切实执行？鲍委员，这一个应该是建议说金管会应该严格控管风险哦，所以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也处罚了9家银行。没有，我现在齁，因为我刚文字已经讲过了嘛齁，我再念一次给主委跟局长听齁，不可以再继续新乘坐非避险 TRF 的销售行为。那我只想要说，针对立法院那一天那样子的决议，金管会办理的情况怎么样？是觉得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那天所做的决议给金管会的这个建议完全没有道理，
因此不必要去遵守，还是说贵会已经按照这个决议确实遵守了？鲍文，我们绝对是遵守立法院的决议，但是这个建议我们已经针对一般人的非避险的部分停止了哈。所以就中小企业的没有是不是？中小企业的部分，我们如果是避险的，当然继续做哈。非避险的话，不可以做嘛？是吗？对，就是看他的 KYC、KYD 的部分。那一天哦，在财委会的时候，金管会那时候所提出来的数字哈，非避险的交易量是30%。到2015年，也就是去年11月的时候，你们再度发布新闻，非避险的已经到50%了。到今天，你跟我讲非避险的已经到60%了。我们在2014年5月的时候，财委会就在这边做了决议，要求金管会要控制银行非避险的投机行为不能够再做。结果雪球越滚越大，到今天已经到60%了。金管会真的有按照财委会那天的决议去执行吗？鲍委员有，我们都确实依照财委会的决议来执行了哈，所以也才会有这一个104年哈，我们陆续两波再来管理规范建立制度哈，防止 TIFDKO 的风险。这个我了解啊，就是谢谢局长哦，就是说你们三波管制的内容哦，我大概都详细看了啦。这个是我把它按照人民币的汇价跟你们的管制作为，在时间的轴线上面啊所做出来的对照表。看了这个图以后啊，我相信任何人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金管会的作为总是在出事了以后再开始补救。第一波2014年3月的时候出事，所以5月的时候财委会要求你们做专案报告，你们在6月的时候寄出管制措施嘛。然后第二波2015年3月的时候再出事，所以你们又开始第二波的管制措施，结果到2015年3月结束，那个管制措施还没有开始进行多久，就发生了8月11号人民币币值大跌的惨剧啊。我大概可以用惨剧来形容啊，以你们现在目前所掌握到的数字应该是不为过。然后你们开始去找银行去规范，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你们才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具有具体内容的管制措施出来。我想要请教啊，主委或者是啊局长，如果说2014年5月财委会的决议有被遵循，或者是你们在2014年5月的时候就采行了像2016年1月这样子的管制措施，今天 TRF 的问题会这么严重吗？鲍委员讲的也对也不对啦齁。就是说不对的地方就是在今年齁，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人民币大贬是今年一月，但是我们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进行第三波的一个。没有啦，你说人民币大贬是今年，那2015年8月11号人民币没有大贬吗？是，鲍委员，所以您讲的也对也不对。不是啊，那八月我看这个最大的 jump 是不是就是2015年8月11号？对，八月的时候，但是我们第二波的管制是在2015年6、7月的时候。对，也就是说哈，委员讲的也对也不对啦哈。那没有啦，我哈再跟你讲一次，第二波2015年3月的时候是不是又发生一次了？所以你们到6、7月的时候做一次，到8月11号的时候又大跌，所以才做第三波。就是我如果这个图啊，人民币的汇率啊，还是你们管制措施的时间点如果有画错啊，我真的欢迎你们指教，没有问题。但我今天啊之所以要跟你们谈这个问题啊，不是在追究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了。我相信金管会所有的官员大家都是很认真，如果我们能够早点知道这件事情的风险，有早点采取有效的管制措施的话，可能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会这么严重。那今天有很多委员都要你们提出来说，我们接下来所面对的损失到底是多少？那个损失的数字，上个礼拜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也跟你说了，我要的不是只有 TRF 本身，因为接下来还有牵涉到了说，他接下来在银行把它直接转为贷款，或者是列为应收账款，那一些接下来你可能都会发现
客户根本没有办法偿还那些钱，而产生银行系统性的风险。这个是我现在真的比较担心啊的问题。那因此我希望啊，金管会对于这件问，对于这件事情的解决，要采取一点比较积极的态度。不好意思，我时间到了，是不是？再给我30秒收尾哈。希望采取啊比较积极的态度。所谓比较积极的态度是说，现在大概 TRF 跟 DKO， 你看名目本金一直降，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啦，因为那已经到期了。不管是他自愿平仓还是被强制平仓，你看那个名目本金降，因为我看你们发布给记者的新闻稿是强调那名目本金一直在降，但是重点是那一些到期的已实现的，包括没有实现的损失转为贷款转为应收账款，它最大可能的损失是多少的那些数字，你们自己有要求银行必须要告诉客户做揭露吗？所以那些数字你们应该有掌握。那接下来你们在提供给各个委员的资讯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所提出来的数字有包括最大可能损失，也就是银行提供给客户的那个数字。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比较有效的评估说，我们接下来有可能要面对的风暴到底有多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就先讲到这里。那其他今天还没有解决后续的问题，我再另外跟局长约时间请教。谢谢。费委员，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刚才有预告过，从9点开会到现在11点多，给他们去洗个手，好不好？哈，那我们休息5分钟，让大家去洗个手。那一线备询的人优先上厕所，因为厕所只有几间哈。然后其他的稍微晚点进来没关系，但是让主委跟议事人员哈先去洗个手，谢谢。啊。OK， 谢谢费委员体谅哈。费委员说给大家10分钟时间，谢谢哈，谢谢建议。
好，我们继续开会哈。那请大家尽速就座，并且保持会场秩序。谢谢大家合作，谢谢。接下来我们请费鸿泰委员质询。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我们主委跟我们各位列席的官员首长们啊，主席帮我请一下，先请一下这个王主委跟期交所的总经理啊，跟这个政企局的局长。邱总经理，谢谢。邱文昌总经理。我讲错，证交所，抱歉。林火灯总经理，谢谢。抱歉啊，我起来运动也不错。他害他心里小鹿乱撞，那个紧张了一下。待会儿请他多请他吃一个便当啊。这个三位，我要请教一下哈，刚才听到一个讯息啊，我想查证一下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由于台湾啊有一很红海啊，它可能会入股啊日本的 Sharp， 说这个听说啊，刚才我也请教过我们局长跟总经理啊，听说啊只是查证啊，你们有没有要求红海要停止他们两个这家公司的合并交易，有没有这回事？报告委员，基本上证交所不会做这样一个要求。是，那为什么会听到这个东西？是不是你们有什么规定啊？举例，我们在像今天上午在现在还正在开盘中嘛哈，还在交易中，他可不可以发布重大讯息说哦，我鸿海啊要跟这个 Sharp 啊要去这个要合并了？他可不可以这样做？在盘中不可以。在盘中不可以哈，我想这个听这个传闻应该是这样，在盘中的时候，当然不宜啊发那个这个重大讯息的公布了哈，你盘后你发布，你明天再交易，大家心里有准备的，对哈。当然，鸿海跟 Sharp 这个交易啊我们乐观其成啊，这个但是就是我相信鸿海他自己本身也会注意到这样子的该注意的事啊。好，局长跟总经理请回。我要请一下主委啊，我上个礼拜五啊在总质询的时候啊，我就请教过你了哈，关于大家都很关心的耗电的事，我也请教了几个问题。你说一个月以后啊，在上礼拜你们开始立案要去调查，事实上啊，这个检察官当然他拥有搜索权、调查权等等，但是你们也有，你们可能不能搜索，但是你们交易现在这个在柜买嘛，那边一定可以知道他的交易的状况，这种行政调查你们绝对是可以的，对，我们已经进行了，而且是也应该要做的。我们已经做了，换句话说，你根本就已经掌握住了很多的重要的讯息嘛，对不对啊？是的，委员，我们已经做了。这个讯息说实在，若我以我的想，一天之内我就可以把它掌握，那是河南之友嘛。现在任何的交易都要透过银行，那个资料很快就知道了嘛，对不对？任何交易要透过券商，券商敢不提供资料给你们吗？有这种可能吗？是不是啊？我们为什么对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哈？因为浩鼎这次所发的药，还在解盲，那是统计的一个资料分析了哈，外界称之为解盲。鸿企会在去年，从去年开始啊，他是这个药的专利，就这个 patent 的所有权人，他去关心没有关系。但是不能关心过了头。举例，我念念他曾经讲过什么话哈？他在去年6月27号，那时候啊，可能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很重要的事，或他股价不好等等，他就讲说，研发乳癌疫苗已测试完了300多人
啊，目前在观察病人的反应并分析，不久便能问世。不是说解盲哦，不久便能问世。这换句话说，他暗示给人家我会成功的。在这次解盲的前一天当天往后一两天，他发表了很多的说法，目的就是说即使你失败了不啊，即使如果失败了也不要灰心等等，这个感觉到在信心喊话。欧锦慧，你再看他对中研院现在有拥有 pattern 的那些院士们也很多，很多也在正在进行这个投入到商业的这个运转之中，但是他对别的药都没有意见，单单针对这个药，他有那么多的意见，有那么多的看法。去年感觉上是好像哟，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快要问世了，所以去年他那个时候200多块蹦蹦蹦，就隔了几个月就爬得很快。今天解盲基本上从我是念统计的，我也待过医院做 cancer 的研究，我帮他做实验设计，就是搞资料，我做专业做过2年，我们当然知道这些程序。这时候是喊话干嘛呢？就是信心喊话哦，不要再杀了股票。当然有人讲说他是哦，这个是他的专条，关心过了头了。这家公司啊，我上礼拜我也问，这是他的母公司，就叫 Optimer， 就是他的。他回到台湾以后，他就把这个听说了哈，你们去查他就知道。张念慈就是他的代理人嘛，张念慈是何许人物呢？就是浩鼎现在的董事长啊。我们办公室已经查了2个礼拜了，我们曾委员、前主委、曾主委也知道这个重点，就是两个海外投资的公司。我现在跟你讲，尤其是英属维京群岛，它占了3.39%的股权。我至少有2个人告诉我跟某某人有关系，因为这个资料我跟投审会跟很多单位去要，正在要资料中，可能很难要得到。可是我是觉得你们有调查权，你就可以去查查看嘛。我直接讲这一家了，报告委员，到底是谁的？你说说看。有关于那个股东背后的一些股票的买卖交易啊，或者是说您刚刚提到的，是不是有不当发言、有炒作，甚至有没有内线交易、卖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都已经有掌握相关的资讯，包括您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检察局、还有我们的政企局，甚至贵买中心这边都能够进行调查，那也在调查当中。那现在因为检调也已经介入，所以我们必须要跟检调。我跟你讲，你不要去谈检调了，你在这边跟我谈检调，就代表我不能问下去了，那就代表你们想要帮某些人在护航哦。我们没有要，或者你害怕去得罪什么人，所以听我讲完。你们有行政调查权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我们也在调查。就是啊，我今天讲的行政调查权这一块嘛，我跟你讲啊，什么人可以去问知道维京群岛这个三点这家投资公司啊，他的股东是谁？你们可以问，检调可以问，还有他的股东也可以问。是，当然可以问，知道他的股东组成的成分是谁。我们是不是请政企局说明？好。报告委员，其实英属维京群岛商这个外资哈，事实上在公开说明书上，公开说明书上都有揭露，他的两个大股东，一个姓耿，一个姓张。一个姓什么？耿。谁是？耿，一位姓张。其实这都是对外揭露的资料啊。张是谁？张是，其实就是张念慈的姐姐，
他持有9%，啊，另外有一个姓耿的这个股东持有91%。那公委员报告其实这些，我跟你讲，翁启惠院长在1999年从美国回来，那他就不能挂那家公司的董事长，他的代理人，人家告诉我就是张念慈。我在讲，你们赶快把这个调查报告给我们讲。中研院呢、啊，在吴大球先生在当。在负责的时候，在立法院受到大家的尊敬。后来到了这个我们那叫李什么？哎，主席，我上一任叫做李远哲，开始搞政治。在他离职的前几天，把他变成全台湾薪水最高的一个人，大家对他就不尊敬。翁启惠学术上有成就。可是那么去关心这家股票，让我们真正觉得中研院我们对他越来越不尊敬了。当然这跟你们无关，等到翁启惠到教育委员会的时候，我还会再讲他们今年选举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在这边呼吁一下翁启惠先生、啊、你对你的所言 所行、啊、是不是该知所进退了？好，谢谢。这样哈，各委员，我跟大家征询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是11:33，距离12点应该休息的时间剩20几分钟。那立法院呢，平常开会时间一般呢、啊、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半继续开会。可是对这个对中南部的委员，或是在大家的时间利用上是非常没效率，所以过去财委会通常就是中午不休息。只简单的用餐，然后一口气把它开完，等于说把下午的会提前到中午开，所以会议时间并没有减少，那只是说把下午的会议提到中午，一口气一直开下去，我们中午不休息。那因为这是第9届啊第一次的委员会议，所以我不晓得请教各位委员，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前几届的惯例，我们中午不休息啊，那简单的吃便当，大家边吃便当边开会，那把会开完，还是说要2点半中午休息2个半小时，2点半才开会？大家意见怎么样？跟以前一样？大概都是，嘿，对对，是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请工作人员叫便当哈。那我们就是中午不休息，宣告一下不休息，继续开会。行政部门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大家哈取得共识，那我们就先这样子执行。如果以后将来还有意见的话，再来讨论哈。好，接下来请罗明才委员质询。主席，各委员出列席观音，大家好。主席可否请王主委？委员好，王主委你好，在这个国会的殿堂啊，看到我们最敬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现在依然屹立在这里，啊，推动我们整个地区的民主、自由以及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啊，我们觉得啊，我们应该要珍惜，我们更应该要在过去啊既有的基础之上，努力的往上开花结果。我看到我们银行、证券、保险这几块啊，过去在曾铭宗、曾主委哈、哦、大力的推动之下，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我们看到银行总体的获益啊，去年前年大概是3700多亿，去年是3780，快接近800亿左右。银行的部分呢、啊，可以说是稳健的发展啊、哦，这一点呢、啊，值得我们来称许啊。哈，另外证券的部分哦、啊，比较辛苦。好，我们先来谈谈保险好了。保险大概有20兆的这个总资产哈，大概赚了前年大概也是300多亿，1000亿左右了。1200亿。去年也是。1300亿。1300亿也增加了一点点了哈。但是我们发现到整个保险啊，它这个制度事实上对人民的这个关系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上次的地震的问题，我们现在即将面临的长照保险哦。安养老等等的问题啊，事实上跟保险啊可以有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关联性啊。但是我们看到想请教一下哈、啊，
就整个政府的这个架构组织来看，请问保险局啊，管理的人员大概有多少人？一百个左右。多少？才一百个人左右而已哈。对。我觉得一百个人左右啊，来面对那么庞大的这个人民攸关的保险相关的业务啊，事实上我觉得太少了。而且你看看哦，经过不断的这样整顿，我们也经过保险法的修正，希望说业者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发展，结果它获利情况啊，也不是相当的符合比例的。哦，不是说很多很多了哈，所以我希望说在这一块啊，这个人员的部分应该核实啊哈，要让他这个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好，政府在所有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辅导方面呢，啊，或者是监督方面呢，啊，可以把它做好一点。比如说我们保险有20兆左右的这个总资产啊，现在海外投资大概有多少？58。58啊。会不会太高啊？因为啊，在国外投资啊，有时候，实在是鞭长莫及啊，看不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发展情况。而且如果遇到整个币值大贬的时候，市场对整个保险公司的获利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这一影响了以后，影响的不是光光保险公司啊，连带的保护的权益啊，也都遭殃啊。我们看到之前的这个朝阳人寿已经被接管了吧？接管的，他的负债从零开始，资产不断的累计的这个亏损增加到最接管的时候，已经达到负二十几亿，那负二十几亿，这个公司整个净值都没有了嘛？那零又由这个我们金管会这边来接管，接管了以后，最后的负债，所有的成本的负担。又是全民来负担，这个这样不合理吧？还是由保发基金来负担？没有这个部分，因为也还没有出售，基本上因为它的缺口并不大，我们到时候应该是以不增加不动用安定基金的部分会把它处理掉，就是用行政配套的方式。那这个处理最后这个政府机关还要付多少钱出来？我们是没有打算，这个我们可能还要在研议当中。现在已经完全政府机关是没有要再付钱。现在已经完成接管了吗？完成接管了，都接管了哦。是哦，所以他在最后时刻没有把他允诺的现金补足，或者是他愿意投资的这个土地作价补足都没有补足。他没有再增资。对，不过我可以跟委员报告，就是针对让保险业能够持续成长的部分，以前曾明忠主委在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保险业的发展计划，然后针对于怎么样让保险业的资金投资台湾的部分，我们也有在这个金融进口替代的部分有非常大的一个琢磨，所以现在的保险公司在投资债券、买宝岛债，还有买国内相关的金融商品，把他的保管银行移回来，这个部分我们这两年有非常显著的成效，所以我们也会再继续来做更多的配套措施，让保险业的资金能够台湾投资台湾的金融市场。那请问一下诸位，这个 OSU 的部分现在做得怎么样？ OSU 的部分因为现在还有一些相关办法的修订，那这个也是在列为520之前，我们可以会做更多的一个解套，包括 OIU 在保费融资的部分，这个刚刚在我的报告里面都有提到。那 OIU 的部分已经开始展开了吗？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大陆的陆客到香港啊，他现在不是光是买奶粉啊，保单很多都跑到香港去买，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在台湾，就是这些陆客来台湾的时候，有没有开始在从事买台湾保险，或者是投资型的这个保险，现在有开始，不过成长并不大，所以我们针对于 OIU 的商品，还有它可以更容易可以用信用卡交易或第三方支付交易，甚至它的险种范围可以让他在香港买的标的或是在新加坡买的这样的商品在台湾可以发，甚至可以做保费融资，这个我们都已经在做了。所以买保险在网络上也可以成交？
现在保险在网络上本来就可以成交。那身份认定怎么样来做呢？会不会变成到时候以前发生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哦，比如说小黄，小黄真的是一只狗，帮狗买保险，不是人啊。其实这个在一般客户，就是他如果是旧客户的部分，因为有很多身任辨识，还有我们会用自然人凭证，这边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控管。那现在也是进一步在了解说怎么样透过更多的一个机制啊，或者是说相关的 device 可以协助，包括手机发 email 这个部分都可以来协助来确定他的身份。好，谢谢。我希望说台湾的这个保险这一块啊，因为银行证券保险把保险这一块啊做大一点，让业者不要销价竞争。好，因为保险呢、是社会很安定的一个力量啊，我们希望说很延长性哦，那很安定哦，那业者有合理的利润，好、哦、让保险、这个作为社会安全的一个后盾。另外，银行证券业的部分呢、好像经营的比较差一点啊、我们看到这个前年跟去年的数字大概300亿左右哈、这个跟银行相差非常大。那我想国内啊。最重要的几个措施哈，整个大环境啊还是需要改变的哈。本席在过去不断主张废除证所税，哦，终于获得大家的支持啊，也废除掉了。现在量有没有回来啊？最近我们的股市表现是跟国际市场比起来，我们其实是表现得非常好。好的原因，量跟价都已经回来了，慢慢的有在成长，好像最近现在已经是1000亿了。最近这几天啊，外资也持续的汇入，大概汇入来从年初到现在汇入来的金额大概是多少？1948的将近700亿，700亿的台币啊，700亿的台币，这些钱进来了以后，全部都投入股市吗？全部都投入股市吗？有20%投入股市？这个我们是不是请齐局来回答？好，那这样子钱不断的流入啊，是不是代表其他国家开始实施负利率啊？变成有些资金会乱窜，热钱啊会一波一波涌向台湾，所以过去所讲的什么基本面也好啦，本梦比也好啊，已经这个又跳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这个资金行情，是不是因为资金？带来了最近股市的热络，这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或者是会持续不断的来展开所谓的资金行情，直到520，因为520也快到了，会不会营造一个庆祝行情？最近外资事实上有进来的金额是比较多，比以前比以往是增加很多了哈。那我想整个股市的一个发展，应该要看整体的国际的经济情势，那跟国内的一个基本面，国内上市柜公司的基本面来看呢、好，我们现在上市柜公司啊，加起来大概快1600家左右啊，大陆大概有几家？这个现在手上没有资料。好像也是2000-3000家，好像了哈。那我意思是说，我们台湾2300万人的这样一个地方啊。股票有1000多只、2000多只，里面充斥了很多的僵尸股、水饺股、冷冻股。好、这个是不是要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来这个筛选？好、让一些没有上市价值的上市柜公司、可以辅导它，或者是让它自然慢慢的退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以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来讲，事实上就是要扶持国内的企业在市场上。上市上柜以后能筹集资金啊，做一些发展啊，所以这些公司来讲，可能它的成交量并不是很好，但是以扶植企业一个立场来讲，我觉得资本市场应该还是他们愿意来的一个地方啦。所以只要它都符合条件，我想我们原则上不会要让它离开或怎么样。好，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好，改天再咨询，谢谢。谢谢委员，好，下回分享哈，继续下集哈。各位委员，各位我们备询官员哈，我们现在便当已经发下去，大家可以用餐，真的不要客气，因为要开到几点钟不知道哈。那过去常常讲到2点多的也都有哈。那所以只要保持会场秩序，请大家用餐哈。那这个所以我想委员已经开始用餐了，现在行政官员、议事人员还有这个记者朋友们哈，都不要客气哈。
那大家请开始用餐哈，我们一边开会一边询答哈。那但是王主委可能比较辛苦，因为你是主要的这个备询人员，但是主席待会看情形，也许给你一点时间吃饭哈。接下来我们请陈赖素梅委员质询。主席，我想请我们的经管会的王主委。是，那经管会在上周五哈，有跟我们全国的银行举行政策座谈会，那么有提出几点重要的措施，那这些措施在我们520之前会来实施。那本席针对其中的几点我来觉得有建议的事项哈，提出我的质疑哈。第一项，我们现在数位金融 3.0 开放线上申办贷款，信用卡或使用视讯代替自然人凭证申办银行业务。那我想请问一下哈，一般我们民众到银行哈去开户的时候，除了要准备身份证，还要健保卡，就是类似双证件，本人要亲自到银行才能够去开户。那在金管会的业务报告中有提到开户需要确认客户的真实身份，那金管会也指出银行工会已经规划完成相关的措施，此部分的网络资讯安全如何来把关？对，其实这个数位金融是全世界的趋势，那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包括国外的银行，除了透过面对面的这样子认证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包括说用摄影，或者是用这个手机，或者是在发简讯。刚刚自然人凭证也是一种哈。那我们过去其实是需要两个同时来做，那现在是简化那个程序这样子。那现在如果开放线上申办贷款，是否就完全废弃之前需要到银行去做对保的身份？是网路的部分，对，我们就是会针对新的措施，可是我们还是有要求，就是说不需要面对面，我们还是有要求。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银行局来说明？鲍委，那个线上贷款现在本来就可以办了。您的意思是说线上贷款现在就可以办了，那是否是24小时均可进行呢？金管会在民众交易的把关上是使用视讯申办，那么整个视讯过程是否要全程的录音录影，以及呢它这个全程的录音录影的保存的期限又要多久的时间呢？鲍委员，这一个目前哦，线上贷款大部分都适用在所谓消费性贷款哦，它金额不是那么高啦。一般土地、房屋、不动产的贷款都还是要人哦到现场哦，临柜到现场来办理。那不管是任何种类的贷款，银行工会都订有相关的一个安控规范。对，那我现在质疑的就是说，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开户也好，办贷款也好，都要到银行去，那这也会相对的造成我们民众的不方便。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使用让我们民众方便之余，我们又如何能够全面的保证申办人是在意志完全自由的情况，没有受其他的胁迫或强暴的方式？你有办法来保证这方面的安全吗？鲍委员，在那个相关安控的规范底下，如果有录音录影的，该存的适当时间点都应该存，还有它必须符合一定的一个验证的机制，如同委员刚刚提到这个自然人凭证，某一个程度上面可以取代人自己到现场，那如果我有委员提到这种，是你刚才讲的是两者都可以吗？自己去也可以，线上申办也可以。对，在某一类的一个交易里面，已经可以用自然人凭证来取代临柜。那如果有委员刚提到的这一种比较特别的一个刑事案件的话，那跟一般其他的案件一样，如果到最后借款人有所争执的话，应该依照程序，我们可以来请银行，乃至于说或者是说司法介入来处理。那现在我质疑的就是网络开放跟网络安全这两点是要彼此搭配的，我们要
如何的让这两点能够同时的让便民之外，又能够保障我们民众的使用的安全呢？跟委员报告，在开放的同时啊，我们最重视的就是这一个网络上交易的安全呐、啊，因为网络交易带来方便，但事实上安全性啊，当然是值得去存疑啊。所以您也是认为这个安全性还是要详加注意的。是。那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现在智慧银行当道，机器人助阵，我们2016年银行陆续的推出数位分行了哈，我们易银就导入远程视讯柜员机，那在民众跟银行举办这种的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金管会的主委，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有用过这样子的服务吗？我目前还没有用过。目前还没有用过。是。那主委，您认为这个服务的评价，您认为是如何的？我想易银的那个设计其实也是国外他们很多的国家银行的经验，然后他导入的。那就像刚刚银行所以是说您觉得他这样子的使用我们的智慧银行这样子的这么的先进是给予肯定的是吗？这是我们推广的政策，不过我们在风险控管的部分，我们事实上是会非常严格的。那这个对，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公银先开始率先，对于民营银行也一定会有示范的效果。我想请教主委，针对我们智慧银行的推动，民间金融机构的进度如何？各个公司的进度不太一样。那易银应该是算是在公股银行里面做的比较多啊，那比较快的。那其他民营银行其实也有做的蛮多的。都有开始在陆陆续续做了吗？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哈，那用这个大量机械取代人力之后，是否会影响我们现有银行的从业人员他们的就业机会呢？这个其实我们也同时在推数位金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要求银行做人力的转型的一个规划，所以包括他可能要怎么样让组织结构还有人力要学习新的技能，让他们可以留下来做其他的功能的东西，这个部分我们有要求各银行同时必须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人力转型跟提升的训练。本席就是希望能够注意这个人力的部分，不要在我们转型的时候将来他们的人力是受到那个威胁的哈。那另外我也要提醒，数位生活跟数位落差其实普遍存在于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像我是桃园 的第二选区，我们那个选区有很多的乡镇，像大园、观音、新屋、杨梅，这个选区里面有蛮多的年纪长的这些老人家，他们未必有办法使用这些数位的一个设施。我是觉得说常年下来，我觉得银行这个部分金管会这边也可以注意到这两样的事情。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推广上跟教育上我们做得蛮积极的，我们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接触的话，我们一定会协助。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委员里面都很关心所谓的 TRF，那我是觉得哈，这是一种衍生性的金融商品，中央银行将此产品分类为选择类交易方式。我会觉得说，主要是客户和银行买一个选择权，卖一个选择权。那当客户进行汇率单边走势压注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有一项我觉得很质疑的地方，就是压对的方向，获利就是本金乘以汇率，这个是他赚钱的时候，但是呢，他压错了方向，亏损除了价差乘上本金之外，还需要乘上杠杆倍数。也就是说，如果他赢，他就是很清楚知道他赢多少，但是当他输的时候，他还要乘上杠杆倍数。另外，还有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就是这个设计为客户累积获利为一定的条件的时候，银行如果不玩，他就说我不玩了，他就可以退出。但是呢，当我们的客户赔钱的时候，他不能够退出，他要一直到合约结束的时候才退出。那么
他就一直要赔下去，这样子的契约，您认为这符合公平吗？可能委员有点误解哦。其实，在那个商品设计有杠杆倍数那个，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说，在做金融交易的时候有一些避险，或者是说他们在投资的策略上面需要的。可是银行不能在契约期间内说不玩了就不玩。那对于那个杠杆倍数，那个民众是不是了解的部分，我们已经写得非常清楚，而且要求银行必须要对客户在一开始买这种金融商品的时候可能遭受到的风险，要做认真就是非常清楚的告知。这个部分我们也做很多很多规范上面的要求跟更正，要求他们必须要这样做。好，谢谢。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请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请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请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请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sorry， 主席太好意了，想要念快一点哈，缩短会议的时间，节省大家时间，抱歉抱歉哈。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质询。本席接受主席的建议，我会尽量问短一点啊。有请主委。主委，你现在是看守状态哈。是，看守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把这个金融监理管理的义务把它看好哈，把它守好哈，不要任何出差错。但是相关的我们今天列席的相关的事务官，还是要努力从工，不要随着政党轮替有任何的懈怠，还是要全力以赴哈。所谓金融监理管理委员会啊，好像从这个名词来看，好像有着重在防弊。着重在监理，但金融我觉得是一个服务业的龙头，它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政策去提振，或者让它有更好的环境去发展。所以我觉得金融监理委员管理委员会它的名称也许可以做一些调整，不要只是着重在防弊面啊，也许可以站在比较正面积极的去思考如何来振兴金融相关的产业。所以金融振兴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样名称，也许曾委员也会同意，那个主委同意吗？其实之前我们的主席也有建议过改成金融监督发展委员会。对的。那我想说的是，现在最就算名字没有改，我们也做了非常多产业发展政策。或者发展拿到前面，金融发展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可以的哈。当然有诸位委员有提到说，这个用假美金去换台币，这牵涉到洗钱啊，这是一个个案还是制度性的作为，还是集团性的作为？这个现在其实是在了解跟侦办当中，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但是现有的防弊机制，现有的这个监督机制，能不能杜绝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这个因为我们也有马上跟银行做相关的一个检讨，所以这个我们会以这个个案再看还能不能多做什么。是国有银行让它兑换成功，而且金额如此之庞大，代表它制度上或者最起码人为上面一定有一定的瑕疵或者破绽，让这个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嘛。对，所以针对这个案，我也拜托主委能够加强对这个洗钱防治的这个管控跟监理，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如果一旦成为一个破口或缺口，我想这个国际的不法组织会把它立为一个洗钱的管道，这个对国这个台湾金融在国际上的 reputation 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示范。是，这个我们洗钱防治本来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政策，那这个案子我们会在了解之后再看看能不能多做什么，我们会努力来做。我也看到一些媒体报道说，主委找相关的保险业的这些主管或者业界的银行界的主管一起来会商讨论，在520之前还有哪些政策可以推动或者执行那你认为其实这个有这个必要性吗？我们觉得在520之前，金融市场的
整个发展不能被延宕下来，甚至已经有很多好的政策必须要持续来推动，这个是为所当为的作为，我觉得有必要。那如果你理出一些当下要马上去推动，你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你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顺利推动吗？对，如果没有办法在三个月内做到，或者是有争议的案子，甚至需要更长期来规划案子，我们全部都会列入金融政策白皮书来做移交。好，另外啊，就是说，这样流行打什么世界杯、亚洲杯啊？你觉得金融业有必要有这种思维吗？如果以台湾整个金融市场要走向国际，有国际竞争力的话，这个部分是有必要的，但并不是每一家金融机构都可以或者是必要出去打亚洲杯。它是有选择性的，而且要政策去扶持的，而且它具有一定的政策功能嘛。是。所以不是随便喊一个口号，你要规划说有哪些银行去打亚洲杯、世界杯，一定要完整的这个战略规划跟布局啊。而不是说口号说说就算了，这部分我请主委注意一下了哈。是。好，因为主席说我发言尽量短一点哈，我听从主席的建议哈，因为国安委员还要咨询，下次再来问你哈。好，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不在，请徐正卫委员，徐正卫委员，徐正卫委员不在，请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王惠美委员不在，请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请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请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请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请江永昌委员质询。8+2，八分钟为准，但是必要时候可以给你两分钟，好，谢谢。好，请监管会主委。江委员好。主委您好，在你的这个业务概况报告当中，你看25到26页，你有提到了这个有关于监管会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研发相关的金融商品与服务。也包括评鉴跟奖励，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这个财务当然不可能支应所有的社会福利，有关于老人的这个安养照护医疗服务，要鼓励银行办理商业型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以防养老，可不可以先说明一下？以防养老其实在国外已经是成功推展，是一个老年化社会很成功的商品。这个部分是由银行可以贷款给有房子的老人，把它转为他退休之后的生活费用。这个是银行业界想要去推动的一个新的金融商品，还是金管会替银行去琢磨、去推想出来、去创造银行收益的？这个应该算是老年化社会底下，我们研拟看很多其他国家的经验里面，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创新商品，所以这是一个政策。比较像是互相的，这是政策，然后银行也对这个发展是有兴趣的。那主委可知道，其实之前内政部跟这个卫福部在102年到今日就有一个公益型的不动产这个逆向抵押贷款的一个制度在实施。知道，而且它的推展上不是很成功，因为没有人申请。好，两个就是一个公益型，一个商业型，两者有何不同？主要是在申请人的部分，在公益型的话，它其实非常的严格，包括你必须要没有继承人，然后它的财务条件要非常就是有关于这个比较严格的限制，所以造成比较没有人来申请的状况。不是，可是你知道当时办公益型的时候，当然也考虑市场规模，当然也考虑风险，当然也考虑国人对以防养老的观念。可是当时先推公益型，就是希望以它来作为示范，将来再推商业型。可是公益型，据我调的资料，到现在是没有半个成功的案例，是否如此？那
银行局知道吗？银行局局长是没有案例，没有错。对，那本席就很不了解了哈。在公益型的时候，如果将来这个人失能，或者说他超过民法30年的这个抵押权，那政府会做最后的担保，照顾他到最后，等于政府承担了，而且他所照顾的这个资格限制是没有继承人，没有继承人哦，那表示不会有其他的这个法律的一个权利义务的一个衍生的一个困境。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试办都没有半个案例，那我们现在推商业型，那到底政府是会给了银行什么样的一个承诺，或是给了他什么样的能够在这当中能够获取盈利？居然在商业型啊，你急着推办，然后推办听说好像也有一些案例了，我不解，可不可以做这一点做说明？其实民营的部分的这个反向房贷，因为它牵涉到很多商品的设计，然后它有比较多的弹性，包括它的范围比较广。那在这边其实风险控管其实也还蛮重要的。主委，我是说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是什么样在这当中有的诱因啊？我刚讲哦，公益型的政府承担到最后，那其实合作的银行它不会有损失。那商业型既然有风险，那政府到底是给了他们什么？公益型半个都办不出来，商业型的居然开办到现在会有这么多家，而且会有案例，好、哦，他有继承人呢，请说一下。鲍委，目前这逆向抵押贷款开办的有合作金库、土地银行跟台湾中小企银哦，合作金库是最早开办的哦，那目前的案件大概有差不多43件、44件哦，贷款金额累积起来也接近4亿呀、啊、哦，那合库是针对他现有多少钱？4亿。四亿，哎，那何故是针对他现有客户？我这里插播问一下，这四亿几户？这样平均每一户是多少元额？四亿目前大概是44户嘛，哈、哦，是那一户大概就是1000万左右吧。好，他以房养老贷款是都是30年吗？还是不一定？然后1000万元，那他的那个房屋的那个评估的一个价值是多少？在这方面，他这个贷款的案件哦，从北中南各地都有，不限你直辖市哈、哦。他大概是按估的话，估房价的7-8成来借贷啊、哦。那个那年限、哦，房价的7-8成，对。所以这些都大概是哦1200、1500等级以上的这个房屋价格的人出来申请。我跟我们报告就是说，他直辖市也有，中南部也有哈。哦各地都有，所以各地因为本来公益型的时候，它就是有房价，比方说在因为不动产一定要超过中低收入户那个门槛的标准嘛，哈，新北市是525万，台北市是这个876万，那其实当时公益型都没有人会去申请，现在商业型，当时设定的其实也是这些人，现在去申请的这些人，哎，到底给了什么？我听说哈，你们在。你可以把你刚刚所要做的说明再说完，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请说。鲍委，对于哈、哦、商业型逆向抵押贷款哈、哦，我们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之外哈、哦，事实上我们没有。不，你应该不会到报告台上面讲精神上的鼓励。我先讲，台湾国人的观念没有改变，是导致公益型推展不出去，示范率为零。金建会在前2年他就讲了，要以那个模型来作为商业型的一个。好、哦，一个推办的那个模型，到现在那个示办是零，国人观念没有改变，市场规模也没改变，啊，它的相关的风险也没有改变。那我就这样问你好了，你们之前有跟这个银行座谈，银行工会有关于以房养老，有对金管会有对你银行局做了7个建议，是哪7个建议？你可以说明一下。7个建议吗？鲍委，他这个是整个安阳你记得那7个建议吗？对，那个有一个是放款抵押放款的权数哈、哦，他希望说能够变成45，还有希望哈、哦、成立基金等等。那但是这个都是他的建议，你如果说成立基金哈、哦，你想想看，卫福部其实当时公益型的时候，现在基金那个基金有债，那个基金好像是
有9500万在吧？您了解吗？报文，卫务部这一部分的基金跟我们这个抵押贷款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哈。我是说，您刚讲的，他希望政府也能够，能够成立一个专职的一个基金，那个跟公益型的，它也是基金，也就是说，它最后可能在，需要政府去帮忙或协助，或是希望政府去承诺，或是他如果有这个亏损，他没有办法有盈利的时候，他这个东西他到底会希望你金管会，希望你银行局，希望你政府去提供什么？我刚一直以这两个，这个公益型跟商业型一直做比较，我很想知道这当中政府是帮忙了什么，帮助了什么，所以才会过去办个公益型的都办不出来。他一样是这个中低收入户以上的，而且他没有继承人。而且政府担保到老，失能之后还给你照顾到最后一刻，啊，居然没有案例。那现在这个普开办就有这么多案例，我不明白。委员，那个适用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是刚刚讲的，您刚刚说两个都完全前提是相同，这是不对的。不，商业型的它涵盖公益型的啦，就是包括。可是现在来申请的，现在来申请的并不是那一群人。您的意思说，现在来申请的都是有继承人的？就是范围只有这个差别哦，只有这个差别哦。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我刚刚只是说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没，诸位，你如果在报告台上这样回答，你说现在来申请的跟公益型的是不同资格的人，那我想诸位可能搞混哦。只有一个差别是继承人，公益型的没有继承人，政府担保到老，包括失能也照顾他，包括超过民法抵押权30年也继续照顾他。但是商业型的就不一样啊，商业型就只有说他一样是非中低收入户，他的不动产价格在那之上的，然后呢他是有继承人啊。我说有继承人，将来还会有其他的继承的一些疑虑纷争发生的时候都还能够开办。我不明白银行团他们哦对你们所提出的以及你们所能够做到到底是什么，而使得这个业务能开办。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跟委员做详细说明。其实在公益型跟现在民营的部分，在借款人资格、贷款期限、额度、成数啊，还有付款的方式、到期的这个部分都有不一样的设计。所以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并不是同一群人，而且它的规模也不同。好，所以啊，我做个结尾了哈，这做应该修正。并不是申请人的资格，而是银行对于他们的这些条约条款、契约内容是有所不同，应该是这样吧？可以这样说。那这样可能我如果重新调录音，就跟你刚刚的回答不一样哦。你刚刚是跟我讲，来申请这些人资格跟原本公益型不一样哦。我是不是？我是说包含。好，不是说完全不同。您现在有换词了啦，没关系的哈。啊，请主席裁示了哈，相关的再给本席啊充分的书面答询，谢谢。好，提供书面，好，谢谢。报告各委员哈，本来我们今天有35位委员登记，本来江永昌委员质询完以后我们要告一段落，但是今天同时有7个委员会在开会，所以各个委员奔走在7个委员当中质询哈，那有些委员就是时间上会。有一点点就是没有赶得及，所以现在我们登记第27号的徐真卫委员，本来刚才主席已经念过他的名字了，但是他差几分钟进来，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求我们在场的委员同意给他5分钟发言，好不好？好，那请徐真卫委员质询，谢谢。谢谢主席。我想请部长还有我们的诸位好吗？我想哦，这个嘿，你好，因应这个全球这个景气的寒冬哦，那请问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对于国内经济，这个要因应的对策，还有我们有什么对扩大内需以及刺激景气的方案？以目前来说。这个应该是央行跟经济部的部分，其实三个会都应该要一起做了。对，的确是哈。是。那目前有什么对策吗？对这个因应的对策？你是说整个吗？还是？对，在金管会的部分。金管会的部分吗？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刚刚在报告里面也有特别提到。
对于这个投资啊，商品更多元化，然后存款还有商品还有股票市场，其实都有相关的政策。好，所以对上市上柜的公司的部分，我们在这个鼓励投资的部分，我们有哪一些的项目吗？在上市上柜的公司有哪一些的重点和未来的发展吗？上市上柜公司投资是指说投资人投资上市上柜吗？还是指说公司？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经济的下滑哦，也许会面临我们的这个零利率的部分，还有这个负利率的部分，我们如何刺激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市场经济？哎，这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提供更多元的商品，而且这些商品本身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类似像定存或者是比定存更高的这样子的一个稳定获利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来做投资。我所谓是零利率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刺激景气嘛，然后要让大家钱嘿。可是利率的部分是属于央行的职权。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对利率政策，所以在财政部，我们现在有相关所属的官员在这吗？这个我们现在是今天是金管会，礼拜三是财政部，对，是。哇，好，抱歉抱歉，那我现在的这个问题，那先到这里好了，好，谢谢，谢谢。好，报告各位委员哈。我们今天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报告及询答已经完毕，委员未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请金管会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因为每个委员的这个要求的期限不一样，有的一个月，有的两个礼拜，不一定哈，请根据委员要求的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及本席。第三哈。本日议程已经进行完毕啊，我们休息啊，礼拜三再继续开会，谢谢大家，谢谢。